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要进行的是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交通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5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9时1分，下午20时36分至63分，地点本院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赵委员郑宇等15人，列席委员吕委员玉林等13人，列席官员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主席李召集委员坤泽。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本院财政委员会函有关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请依照审查分配表及审查日程进行审查，并于105年11月16日、12月16日下班前，分别将前接预算案公务部分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之审查报告函附。邀请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报告后，既有委员林俊宪等15人提出质询，均经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以答复。委员陈淑月等4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仅述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6项，散会宣读完毕。现在先请交通部范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应邀至贵委员会就本部中央气象局的业务概况进行报告，并得亲临各委员的指教，深感荣幸。本部业务广泛多元，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气象的业务呢，除了影响民众的食衣住行以外呢，在气候变迁、全球暖化的大趋势之下呢，更在整个防灾体系中呢，扮演着资讯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本部中央气象局实施全国气象、地震以及海象之测报业务，举凡气象、海象的监测和预报，地震的监测和预警，都是他的一项重点工作。365天，24小时，全年无休。近年来，随着这个剧烈天气发生频率逐渐的增加，相关的气象的监测预报以及资讯的应用更为重要。中央气象局除了积极推动观测现代化、预报精致化及服务多元化等业务，并透由行动的装置以及网络新媒体等多元化的管道，加强气象警报以及及时讯息的推播以及通报，以及有效的发挥气象资讯的防灾应用以及预警的这个效果，以彻底来降低民众生命及财产的这个损失。有关中央气象局业务详细的内容，请气象局的新局长来向各位委员报告，敬请委员不吝指导指教，谢谢。好，请新局长。召集人，还有郑委员，还有交通委员会的同仁，还有这个在场的所有来宾哦，还有气象局的同仁，大家午安。今天很高兴有这机会来到委员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气象业务的重要的发展。其实气象业务基本上也算是一个专业的科技了，那难免会有比较难懂或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在这整个报告里面，我会尽量把这气象科技的这一部分呢，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来跟做一些呈现，来告诉大家到底气象局在现在或是在未来我们准备努力的一些方向。首先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其实台湾哦，就是地形的关系，四面环海，那么又有板块运动交接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气象局掌管气象、地震还有海象，它是其实是一个365天24小时真正无休的一个单位哦，所以我们的同仁基本上
都必须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坐满这么多天。那么尤其面对现在气候的变迁，那么气候暖化的情况下，现在这种突变的天气或是异常的天气呢，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常态哦。那破纪录基本上也是一个常发生的事情，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怎么去改进或是精进我们的作为呢？其实是气象局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今年的年初哦，我们知道从我们了解，从去年的强盛音到今年反盛音呢，其实气候上有一些是可以掌握的，所以在年初我们就已经做了像下列几个台湾气象比较特别特殊的这种气候状况做一些预测哦。春雨呢应该是前干后湿，大部分都是在南部。那么梅雨呢大部分都在六月哦，到了台风，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声音，进入到反声音以后，其实在前半段夏季到秋初其实台风会比较少。那秋末以后呢，台风会比较多，而且比较靠台湾。我想这三样的掌握，其实在年初我们已经告诉大家，而且现在看起来验证起来，基本上跟气象局所掌握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哦。接着呢，当然要谈气象的业务，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单位当然有一个愿景，所以气象局的愿景呢，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就生活有气象，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看，让我们来产生一些气象的知识，让大家来使用，所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能够有这个得到有效的气象资讯。当然，这个有效呢，就看大家的程度，各个需要不一样，所以有的是一般性的，有的是防灾性的，所以当然会有不同的气象资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样的愿景下面呢，我们有拟定了一些策略，就是把整个气象的业务分为三个阶段，三个方向，一个就是观测，一个就是预报，一个是服务哦。当然观测就是现在的东西，有了观测才有办法去掌握未来，所以这整个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关系。但最后呢，当然就是在服务里面。那观测除了我们要现代化以外，其实它可以有一些灾防的作用。那么资讯呢的预报的资讯呢，当然除了精致时间空间上的精致以外，它当然要有这个生活化或者是活用的这种可能。服务都就是多元性的，就是多元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主轴下面呢，我们下面的业务呢报告呢，就以这三个主轴来跟大家分别的陈述。首先，这是我们最近这几年重要的施政计划，那么请各委员参阅这些计划，就支撑了下面我们要做的这些所有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观测，观测除了现代化，也要灾防化。当然，在硬体的建制上面，第一个这几年的重点，当然就是所谓的降雨雷达。降雨雷达呢，现在在目前为止，我们有三个雷达正在建，就是北中南的降雨雷达。另外呢，加上云林跟宜兰呢这两个雷达，所以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必须要有五个雷达陆陆续续在建制。另外一个就是自动观测系统，自动观测系统的更新呢，自动观测系统从民国七十几年开始我们建制以后，经过十几年，那现在仪器也慢慢在进入需要汰换的这种阶段，所以我们从西边慢慢做到了这个东边，所以在今年跟明年最主要是宜兰跟花莲这个地区的自动观测系统的更新。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海上的浮标的建制，因为台湾浮源很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观测往海上去推，能够增加很多气象的观测的要素，让这个我们的观测面能够广的话，对于未来的预报呢，当然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下一个，当然这个除了地面上的以外，在天上的，譬如说雷达跟卫星资料的分析也是我们的重点。当然这些东西最主要都是，尤其像雷达的观测，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掌握及时的天气状况，尤其像突变天气的情况，能够做未来短时间的定时降雨的这种预报。下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希望提供能够更细致的降雨预报。这个我想我们现在的雷达除了单偏极化，已经慢慢进入到双偏极化，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掌握这个
降雨或雷雨包在形成的时候，它水滴的这种情况，对于以后这降雨的形态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再往下，地震呢？地震七，台湾的我们的完整的地震观测网，大概从70几年开始建制，经过了20几年甚至30年，其实很多仪器慢慢已经进入到老化，所以必须要更新。所以在这次的更新里面呢，我们就把地震仪器呢往地底下钻，地底下放。去避开地表上的一些震动，所以现代的这种地震仪呢，除了准确性、精准度提高以外，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它的灵敏度，所以有井下的。那么当然，海底地震仪也是因为因应台湾这种特殊的地震环境，我们有70%的地震大部分都发生在东边，所以如果那边没有地震的观测站，其实对我们地震的掌握是有它的缺陷的。下一个，到第二项呢，就是预报精致化跟活用化。当然，第一个我一定要提的就是说数值预报天气。从现在的气象科技的发展，数值天气预报一定是未来预报的主轴，也就是说，它必须提供更多的指引给预报员去做，去掌握这个天气，然后对未来的天气能够有多更多的这个指引。那现在数值天气预报，现在每个国家都在做，国际上现在最有名当然就是美国、日本跟欧洲了。但现在他们数值预报天气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我们整个地球呢划分成很多的格点，是平均的或是非平均的，这些格点上把观测资料放到格点上去以后呢，去对未来这些格点的天气的改变。那现在在整个国际的这个 open data 的情况下面呢，现在格点到25公里、50公里的，其实在国际上都已经很容易拿到了。但是想想看，台湾这么一个小的地方，靠25公里的格点的资料要去做台湾的天气预报，其实是只能看到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更细格点的资料，但就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来做了。所以气象局为什么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金钱投注在这个数值预报上面？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小，而且天气的变化是多端的、多元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我们自己的天气预报，这是数值天气预报。那现在数值天气预报在台湾，我们目前做的大概已经到了3公里了，就最细已经到3公里了。当然，未来随配合这个超级电脑的使用呢，我们希望能够往2公里、1公里去继续往前进，这样才有办法报到更细致的这种天气。另外一个就是即时天气、短时天气的预报效能哦。我想现在数值预报越来越多，气象电脑的使用越来越多，那么很多模式所产生的东西，怎么去让它去挑出是最好的？当然现在气象科技上就会大量使用所谓细极的这种观念，就是把很多模式因为参数的改变得到的结果呢，让它平均起来，来看看它哪一些模式是最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数值模式上应用的一个方式。下一个呢，当然在讲预报，一定要谈到台风的预报。台风的预报，然后衍生到风雨的预报，这是其实一直是气象局在预报发展上的一个主轴哦。那么右图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好几条线，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还有我们的动力模式，还有台湾。大家可以看到，24小时跟48小时的这种预报的误差，慢慢大家都已经趋近在一致了，大概都在24小时在80到100公里左右。那么48小时在150到200之间，所以大家已经到了一个误差几乎相同的这种阶段。那意味着就是说，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呢，已经慢慢到了一个瓶颈了。那么接着要往下走，就势必要更努力，甚至于把这个数值天气预报的模式做得更细。那这当然就是我们气象局要做的一些事情。随着台风的精进以后，当然接着就是风雨预报。大家对于风雨预报跟定量降水预报的需求，其实在台湾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严格的哦。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尖端的科技，但是因为我们地形的特殊，所以我们对于这项的要求，我们气象局也可以理解。当然也就会把定量降雨预报当成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一个重点。当然现在尤其在夏季
这种对流包的形成是非常短，生命非常短。如果如何去用监测去补足预报的不足，是气象局我们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提升即时短期天气预报的预报效能。其实为了像到今年的夏天，这个雷雨对流的行程是非常短的，就像我刚刚提的。那么怎么把这些对对流的掌握，怎么送到一般民众上面？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即时的讯息，希望借由手机跟网页呢，把这些讯息呢能够很快的发布到民众的身上，让他知道如何对因应这样的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短期气候模式哦，刚大家谈的都是零到十天到十四天的天气预报，那么超过十四天到半年甚至到一年的这种短期的预报呢，其实也是气象局必须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哦。那从民国九十八年开始，我们对气候的发展在模式上的应用已经慢慢进入到一个可以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交换资料，可以互相运用了，所以未来两周甚至到三个月之的这种短期的天气的气候的服务呢，也会是我们一个重点。当然，像两三个月到一年的，就像我们在一开始简报的时候告诉大家的，这个春雨的掌握、梅雨的掌握，对大尺度、大系统的改变呢，我们也是希望透过短期预报模式的这种研究，能够对未来一年呢的这种气象的变化能够先于做预测，让这个大家能够了解说怎么去利用这些资讯，可以去对于生活上有一些调整，或在经营上有一些调整。当然一定要谈地震，地震在预警上面，其实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业务从在921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国际大家都认同说，我们在速报上的工作其实是有一定的成就。从921以后到现在呢，经过十几年，其实在这方面的努力下，它的预报的速度已经是，对测报的速度已经是更快了哦。从那时候100多秒到现在，只要是靠近陆地的地震，其实在十几秒、在20秒里面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如果把这个讯息往下推，或推到民众上面，是我们现在积极在做的。那这有一些作为呢，等一下我们在另外在服务上面，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当然在服务，我第一个要提的当然就是服务。在气象局这十几年来，我们发展了一个剧烈天气的监测系统，在业界或是在机关上面叫 QPSUN 的这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现在有50几个跨单位的合作，比如说公路总局、台铁，很多单位都用我们这样的系统。其实这套系统对于灾害应变或者这个降雨突变天气的掌握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会继续再往细致化、更精致化去再去做努力。这个是地震。地震现在速报以后呢，其实分了四个管道，一个最上面这个绿色的呢，就是一般民众的，对 4.5 以上的地震，我们会很快速的用简讯或是网页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如果说规模5以上，那么它的震度，县市的震度达到4级以上，我们就透过前几个月在测试的 PWS 做广播，细胞上的广播。那么 4.5 以上的地震，当然我们最近跟电视公司几家电视公司在谈，希望能用即时的方式呢，能够在画面上在它播报的过程中赶快把这资讯提供下来。我想这样子一个推波的层次会扩展到更多元、更全面性。下面一个呢，就是服务多元化，这个跨领域的这种服务哦，这是我刚刚讲的短期气候未来的发展。这一页跟下一页呢，其实就是我们在锁定的几个目标。气候的模式发展最主要会锁定在水利、农业跟公共卫生上面。那在画面上这些，就是我们跟这几个单位之间的合作，未来慢慢会形成一些大家使用者跟供需之间的一个要求，然后来扩大我们的服务的领域。最后呢，我想气象局在
生活有气象的愿景下面呢，我想我们产出了很多有用的这种气象资讯。那么如果让这些气象资讯变成防灾的运用的价值的落实，我想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当然科普的教育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点。以上是气象局对于现在跟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希望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新局长。我们现在先确定议事录，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意见？好，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好，在这边也向我们委员会来做个报告及说明，在上周我们要确定邀请气象局来做相关的业务报告。那大家也知道，气象局是非常辛苦，一年365天24小时都必须站在保障人民生物财产的第一线在辛苦的工作。那因为本周有强台来袭，那其实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有跟气象局进行密切的联系，掌握台风的动态，后来确定这个台风的威胁降低，所以我们才顺利的进行相关的业务报告。不然我们也有可能进行其他题目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报告。好，我们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下列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6分钟。委员发言登记于3点截止。各委员如有提案，请尽速提出，以便议事人员会诊。现在请登记发言第一位郑委员宝清发言。对不起，请次长跟我们的新局长，请次长还有新局长。郑委员好。你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这次这个高雄跟台南因为少放了半天假，然后造成选民一片咒骂之声。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怪气象局了哈。那我想，这个气象局我们在预报的时候是不是太过保守？会不会？包委员，其实气象局在做预报的时候，我们是尽量以能够顾全到全面为主的一个预报方式了。也不会是过于保守。对，我知道你们现在气象局的预报把那个台风都化成一个圆形，对不对？是圆形哈。那么这个其实它本身也不是圆形，是。然后它的雨量分配也不平均，是不是？是。但是人家画起来好像就出现了问题了，是为什么？因为你要画一个半径，所以你用最短的半径，对不对？那一次就是因为你们用250公里，结果那最远的地方是300公里，就用220公里一画，台南跟高雄不在里面，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洋美金的气象预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气象预报，他们的气象预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图，它并不是用圆形的。所以这个反而是比较精确的。然后我再看下一张，我们给大家看你看它的因为它的最强的雨量跟最强风力是在这个地方，它进来的时候面积都变小了，在第三层是更小，所以这种播报是比较准确的。局长，我们这边是不是要重新改变原来的播报方式？预报的方式这样子改变，当然会牵涉到很多很多后续的事情。那我想在改变成这样之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先用补充说明的方式来说明台风的不对称性跟风雨之间的差异？对，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先让大家能够了解。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用这个圆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距离，严格说它是有3层的距离。是，就现在你为了让画圆形，所以把外面那一层就是剃掉了。所以你剃掉之后反而是在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台南，这方高雄，反而都不在暴风圈里面，是造成了判断的失误。是，我想是不是请局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是，因为这个才是真实的。
因为它这个风力最强，它永远就是风力最强。就像我们讲四个象限，如果最强是在第一象限，它永远是在第一象限喽。它不管台风怎么转，都在第一象限。是第四象限的话，怎么转都在第四象限。所以这个播报啊，看起来是比较准确的，好不好？我像这样子回去检讨一下，好不好？我们回去看看如何去补强这一块这一部分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话，至少让他知道说，它台风不是圆形的，它风雨的分布也不是圆形的，是 是，好不好？是好是，谢谢。好，那我接着请那个，来好，再来请新将，请回座。来，我接着我再请教一下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航空陶机公司有没有来？还有那个叫什么？民航局有来吗？来，都好不好？请民航局。方副局长以及陶机温副总经理，这个次长，我先问次长，次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人啊带着大闸蟹回来？大闸蟹知道这个事情知道吗？我有看到这个报道。对啊，是这个蟹老板啪啪走了哈，我们这个机长沦为蟹堡王，这个很离谱的事情呢，是，很离谱的事情哦，对不对？可以机场可以煮螃蟹，啊？我们可以代为料理，然后料理完了说，这合格的可以带进来。次长，这有没有奇怪？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机场的 CIQS 这些单位，都应该要深入的检讨，在第一个时间就要把这个把关的工作做好，毕竟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防疫的整体的工作，不是就防疫，是安全的问题。安全是是是。你看看，这个人多厉害，知道不知道？他拿着大闸蟹先入境。他入境哈，然后在起货的地方、行李地方拿到大闸蟹，他可以第二次转进去入境，次长，入境出境如入无人之境，是这个熟蟹、生蟹啊，航蟹一气，这足严重的呢，如果这个是通的话。以后是不是买水果进来的人可以拿回去把它烘干再带进来，可以不可以？这个有问题。可以啊，有问题，有问题。好，他既然已经入境，又可以出境，就在 N 来的机器出境，到中转机做什么？去把螃蟹煮熟再拿进来。安尼能够毒品的人，伊就入来，再佫提到出去中交，把人提走就好呢。次长，这敢无严重？是，确实是很严重，这个真的要彻底检讨。你们两个单位怎么说了？是，委员，民航局这边先说明一下啦，就是说，这个国泰航空的地勤人啊，这个引导旅客经由转机层，入境的转机层，然后到出境，到这个出境的转机层那边去做这个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其实就保安这一块来讲啊，其实他经过转机的部分，他是经过安全检查，所以说在保安这一块他是没有疑虑的部分。怎么会没有疑虑呢？那第二点就是说，他先入境又可以毫无证件又可以出境，他是不是要盖两次？对，所以说我们请那个航局检讨他的航空站保安计划。那他们预定在最近就会修他的一个保安计划，他会禁止。航局说明一下，他机长公司，我是桃园国际。好，国际长来讲一下来。你们这太多机关在里面了。包围，有关这案情，现目前是由航空警察局，因为机场保安的作业单位是航空警察局在执行的啊。这第一点是有关航空保安的部分。第二点，那么生的螃蟹，是不能带进来啊。这管理单位是动植防疫检疫局，本来在第一时间有抓到这个生的螃蟹，应该该给他没收扣押啊。这个执行的啊，这个是这个是，好，我知道，由动植检疫局哈，正在处理。那么至于说航空公司人员带旅客啊，把从逆向的行程到本来是出境嘛，到入境哈，转机成那边是逆向的，对，出去，这的确航空公司人员啊，的确违反桃园机场通行证管理作业规定。目前来讲的话，航空站在调查以后会移送到我们桃园国际航空公司，我们按照规定来处分。来了，市长，这件事情要不要好好检讨？这个一定要彻底检讨，要不要追究责任？要都要追究。那你认为谁应该负最大责任？我想这个当然这个保全这个部分呢，属于航警局的这个职责了，这第一件。第二个航空公司这一部分这个整个行为确实是严重失当。对，我想我们的机种保安太松散了。是这个
这件人在全世界拿来当笑话看啊，负面教材，说啊，这个我们的机场可以进来，可以出去，可以进来，可以出去，哎，出境入境像入无人之境。是，来来，至少我再请问你一下，怎么管理啊？我想我们这个各单位啊，都要绷紧神经了哈。那个 Note 7现在有没有管制？现在有，那个桃园机场已经发布，在上个礼拜吧就已经发布禁止携带，到飞机上。Note 7到飞机上？对对对，全面禁止，对不对？是是是。那我们的机场人员会不会要怎么去防范？他们在那边是有设一个那个回收保管的地方。回收啊，到时候不告诉你，我们会不会辨识？当然，这个要非常严格的稽查了。我都不知道来。来，这个谁来？次长，扣起来，扣起来。哪一个是 Note 7？、哦這個、哪一支是？我用 iPhone， 所以啊，这边没有 iPhone。我是在台湾的，所以我没有用韩国货啊。来，你哪一个可以告诉我了？韩。来，包委员，这样子，因为他辨识的方式，大概就是我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左下那一支，应该是。比较像 Note 7，这支比较像。对，来啊，那个机场公司包围，是左下。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在通关的时候，航空警察去做行李安全检查的时候，他就用 X 光机查，把这个放在行李箱。那么旅客拿出来的话，这个航空警察局会查破以后，我们做他随身带着，禁止携带，是随身带。你怎么知道？那随身带也会拿出来做行李安全检查，全部都拿出来检查。对了，我想哦，这个很严重。哎，次长，你知道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两万多只在外面流通，26000只在外面流通，对对，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万，他现在卖了42000只，有16000退回，但是要26000只，是，这是随时的不定时炸弹，对对对，这对航空的安全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想啊，我们要好好的信念，不是讲说你说只是公告一下，外面跑马这个灯饰显示说不能带 Note 机。阿基，我们没有其他的防范措施，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想这个在机场的整个安检单位应该把这个案子啊当做一个重点专案来处理了。我想要要求他们加速回收了，那最重要就是机场的检查要彻底，是是，好不好？对，好，谢谢，一定会做到。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现在请政委员运鹏发言。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大家好，是不是可以麻烦新局长？啊，请新局长。局长好，辛苦了。那个刚才招委特别在开会前有说气象局的辛苦，所以要鼓励你们一下。谢谢。那其实气象的预测跟分析一定是跟科技有关了、啊，是也跟经验有关哦。所以其实要预测的准不容易哦。那稍等一下哦，那个电脑还没好吗？所以在梅基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行政院发言人有说，因为有些地方政府认为说中央气象局给的资料不够准嘛，所以有说我们应该要精进预报能力啊。这一点局长您的看法怎么样？这个、不用有政治压力也没有关系，不会动你的职务的。不，气象预报本来就是，既然是预报，而且是科技的预报，本来就会有不确定性。你认为你们的资料算准吗？资料算准，我想在这个地区里面，我们应该算是最好的。对，第一个，这个地区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掌握的预报区域里面，还是跟其他国家比？跟。对啊，如果说你要讲跟日本的预报或是美国的预报，当然就对东京，我是预报能力一定是尾数浪的对吧？尾数人家，我觉得是算不错的。来，我帮您证明一下你的能力了哈。谢谢。5月26号的时候，在新政府刚上任一周，局长您还记得你有提给行政院院会里面一个因应气象变迁之。气象预测精进作为及防灾应用，这个您记得吗？是5月16号，五月初，没错哈，是也是您在任嘛？是，您那时候就很厉害，我帮您做一下回顾啊、哦。谢谢。你在那个前言的第二段，你就说今年的台风生成比较晚，然后位置比较靠近台湾，所以夏季因为气候值较少，秋季气候值较多，意思是秋台比较多，对不对？是，这个真的要称你半仙了。从到现在，今年秋台有多少？
新办先局长五月级精准预测秋台比较多。不，这是气象局他们团队的预测了，不是我预测的啦。他们团队，你不是气象局、哦？不，这气象局的团队。我看这个秋台的预测，我认为说局长你们这个团队了哈，你心有在勤呐、啊，心没有请假，谢谢没有旷职啊。谢谢。胜委败啦，谢谢。但是也要让人家知道说，也要让社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的预测还是有它的不确定性。是。毕竟这种流体力学的大气力学没有那么准的，是。那您知道说现在我们的预测值的误差是怎么样吧？你说是路径预测吗？路径预测，对，路径预测现在这几年的平均大概在80公里，80公里左右，就是照我们的资料里面是这样，24小时分12小时，12小时左右，24小时左右一个区间了，是。如果以12小时来看，你们大概最大误差会到60公里、61公里，差不多，没有错嘛？哦，时间越久，你们的误差会越大。是，这个比其他国家怎么样？这个我刚刚在简报里有一张图，其实可以看到，其实美国、日本跟我们，甚至于北京，其实这3-5年来，大家都趋向一个，如果用平均来看不会输人，差不多一般啦。那个局长现在要求越来越多，我让你知道是要12小时的预测里面误差是60公里，大概是怎么样？来，我们拿台湾这300多公里的图来看，这就是60公里一个区间了。是，如果你的十二小时误差会超过60公里的话，一般来说会超过2个县市，所以你要说县市这么准说，金贵不会金贵，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对，这只是南北的、哦，东西也是60公里嘛。是，对，所以12小时要差就可以差在2个县市，你看云林跟嘉义就60公里了。是，所以到底有没有进嘉义？有可能他在台南跟高雄，是意思是这样吗？是12小时，这目前的技术瓶颈，对不对？是，没有错嘛。那到12小时之内也不太需要预测了，用眼睛看就看得到了，是这样。不过还是尤其。到了越近的话，其实到3小时可能就10几公里。我想就现在社会会要求要越来越多，县市政府会要求越来越多，也是跟我们放假或民情有关，而且我们有那个手机，大家都看得到资讯哦。所以您刚刚讲的图是这样了，我帮您再说明一次。来下一张，这个大概是各国的嘛，其实差别不大了，大家的预测都非常准了哦。那再下一张，那也跟你们买的电脑有关，是，谢谢，对不对？电脑跟经验有关哈，就帮您做说明一下。谢谢，差不多就是安尼啦。好，拜个拜，准备不会因为 CNN 或美军就比较准啊，应该没有错吧？对，好，那有时候就赌一把嘛，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啊、哦。当然个别台湾有个别的精准度不一样，但是平均上来讲差不多了。好，局长，您在这几年来，大概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些气象资讯，大家有各种资讯的工具，你希望说更生活化，是，这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是，你有时候不用看新闻，不用看报道，不用上网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气象资讯怎么取得。我来看一下气象资讯你们让人家怎么取得哈、哦。是，下一段资讯既然都相对准了，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5月26号里面的报告、哦、利用网络平台，利用要让大家了解气象预报的局限跟资讯多元嘛哈、哦。好，下一张。所以您特别说，在报告里面有生活气象的 APP， 是便利社会大众获得气象资讯，这没有错，没有错。那现在我要跟您报告一下，看看你到底做的怎么样哦，花一点时间来。会在手机上用的，就是你有自己有用智慧型手机查这个 APP 吗？我跟网络上来，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查的结果。我在 Google Play 上查了中央气象局。你知道哪个是中央气象局你们的资料吗？你们的全名叫中央气象局没有错，对不对？对。您都几点？左边第三个。左边第三个哈，你们不是第一名的哦。好，这个叫中央气象局的，不是你们的哦。对，没有错，答对了，就是只有这个是你们的。那这个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是我们看不太懂，对不对？是。所以下载量50万次还不错啦，你们大概是政府里面算下载的高的哈。是。那排名第一的这个中央气象局，我跟你报告一下，你知道这个软体吗？这个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其实他我们就要查这件事情，因为他用的中央气象局套一句话啦，就是假的啦。是，但是他排名第一个是假的，他这个你们没有要求吗？气象局的东西，对不对？他排名第一，你们排名第三。网页开起来是这样，资料来源中央气象局全球资讯网，里面被抱怨说只有信义区天龙人。你不设定还真的是没有其他区，我在桃园设定还是信义区，但这不是你们做的，不能怪你们。是，可是你们总能够要求一下说中央气象局证明一下嘛。是，您走为白桃金嘛。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或者告诉他不能够冒用你们，连 logo 都一样。是，你们都没有去要求。来下一个，苹果的 App Store 也很多人用，那如果你打下去中央气象局一样跳出来，就是这个专业版的、哦、这个我不太会念了、哦、Q 开头这个、Q、那你们的排第几你知道吗？说生活气象，我们在糟糕都一起来下一个，你们排到后面去了。
这是我截上来的。所以你在整个正式的这些手机上面的应用的那个商店里面，其实都不是，你们都没有去注意说被人家冒用了，他们可能也是不是故意的，你也没有要求，所以都被人家冠名走了啦。是哦，那所以这个有点问题，因为犯错了人家会怪你们，你们会被白骂了哈。好，再来，脸书你有查过吗？脸书我有在用，有在用，对不对？你要查哪一个？如果你查中央气象局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都是假的。这个局长您知道吗？中央气象局这一页是系统生成的，是脸书它会经过各种程式去抓 Google 去抓各种资料，自己生成一个中央气象局，结果不是你们，对不对？ 是。好，下一个，这个叫中央气象局，用了你们的 logo， 这个也不是系统生成的，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下面很多人留言跟你们说，你们要做好一点。这个你知道吗？手机上是这一个，它叫中央气象局。脸书，这不是你们，对不对？不是我们的。澄清一下，这真的不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你们的，所有的资讯都是用你们。来，下一个，再来看看用气象局，不要加中央好了。气象局出来的也不是你们的，是用中央气象局也不是你们，用气象局还不是你们。那到底什么是你们？来，下一张哈，我们看一下暴天气势啦，这个很多人哦，十一万人。来，再下来，暴地震也是啦，再下来。哦，报天文都是这个分类，我觉得是不错。你们很辛苦，要找资料放上去。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去问你们的联络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中央气象局。啊，局长，这个你们花那么多人力啊，你觉得恰当吗？不，这个可能要交代一下时空背景了哦。好，当初社群网络在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要介入了。嗯，但是。所有的人还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官方发布的管道还是应该以网页为主。这 OK。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三五年前，我们如果再创一个中央气象局，其实会有人在抱怨说，到底听谁的为主？你们的资讯是同一套，是你们发布的是官方为准。是。既然大家在手机上面、在网页上面都有不同的，是。十年前我当立委的时候还是部落格的时代，是。现在网页跟这些都起来了、哦、是。有些手机画面，这是电脑版的画面，是。你们也有报天文这些、报气象、报地震的，是。它还是你们官方的嘛？是。所以你们要做精确一点，其实就一个动作啦。我跟你们报告一下哦，反正手机的应用软体也看了，脸书也看，再来一个了哈。最后是无奈啊，这你知道吗？你们没有赖，你知道吗？非常的无奈。其他地方政府其实都有赖的官方账号了。赖的问题，稍微补充一句了，气象局没有这个钱去付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支出。他们要跟你们要多少钱？他们是维，即使只有维运费还不到开通多少钱？嘿，在好几百万，好几百万是。因为我们的用量贵就不要没有关系了哈。是，那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算了。是，赖就是那就知道一下，跟大家讲一下。那因为赖讯息多也不一定有效，别人会帮你们传，只是有时候讯息不一定是正确的。对，大家乱传，有时候谣言一堆哈。无奈就尽量注意一下，你们都开发了，如果有经费或可以谈便宜一点，这个应该做好。赵伟再给你借三十秒哈，我给你一些建议。第一个，如果可以的话，增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这是一条路。是。第二个，要请脸书处理，你们可以去证明中央气象局的网页哦。报气象就报名报气象，后面夸虎中央气象局。是。报地震、报天文，这都很简单。是。夸虎中央气象局。是。最后可以申请蓝勾勾啦。是。蓝勾勾就知道是正式的嘛，所以这一点一个小动作是提醒一下好不好？不然资讯做了那么多，最后败在手机上，然后败在人家那个假的网页，他们好心，那然后最后你们白被骂，是实在是没什么必要。好，谢谢，谢谢委员，我们马上去做。好，谢谢。好，谢谢。那有关于中央气象局的软体 APP 啊，这个生活气象其实是做得不错，而且它下载量在。行政院各部会里面，或者在交通部我们各局处里面，下载量算是很高的，而且是在我们全国各行政区都可以设定当地的这个气象，不管是相关的雷达回波图、卫星云图，或者是相关的雨量侦测预测等等。那这个软体 APP 的软体其实是还做得不错，这个也要给气象局肯定啊。好。我们现在请林委员郡县发言。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我们气象局新局长，请新局长。
局长好。局长知道今年台风侵袭好像特别严重，特别频繁啊。那之前大家很大争议的，大概就是为了放假的问题。是，好。我想啊，我们气象局也不会说故意把台风预测成错误啊，造成大家的痛苦。那我也相信啊，这些县市长该放假，他也一定会放假，他也不会啊刻意的啊让人民在风雨之中啊上下班上下课了，是不是这样？是。所以呢，如果有放错假，那不知道怪谁，怪上帝吗？总是科学预测啊就会有错误，这是难免的。但是呢，还是有人事啊应该要做到的啦。是，我们当然希望要把误差啊做到最小。就好像上个月的26号台风来了，那各县市啊在26号的晚上啊就决定要不要放假。就以台南市做例子，当台南市啊到了预计要宣布明天27号要不要上下班的时候，气象局公布最新的资料啊，是把风力雨量都下修，是不是这是不是这回事、啊？有做调整，有嘛哈，就往下修。是，所以你往下修，那县市长啊，比如说赖清德市长、陈菊市长，他怎么决定要不要上下班、上下课呢？当然是根据办作业办法嘛，根据我们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料。那你往下一修，他一看，哦，那明天还没有到达放假的标准，他当然就宣布啊要上班要上课。那结果第二天啊风雨交加。我觉得哦这个问题困扰啊以后恐怕会越来越多了。是。台风啊要不要放假，变成一门县市长难以抉择的政治学，你到底要不要放假？那要不要赌一把？结果到了27号晚上啊，几乎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长啊，赶快啊宣布28号要停止上班上课了，争先恐后。本来已经宣布要上班上课的，看到啊隔壁县市啊一个一个宣布啊，他立刻啊也赶快啊更正啊，不是说更正了、啊，赶快跟上来。所以台湾哦，在28号，全国放了一天无风无雨的假，台风假。所以我觉得哦，县市长啊，能不能承担？他有没有这个权力？他够不够专业啊？去决定要不要放假？我想哦，他是间接啦，他间接要根据来自我们中央气象局的资料。那我想请问新局长，是那何不啊？我们就来修改这个办法，以后决定放不放假、上不上课啊，由中央气象局，也就是由中央这边啊结合人事行政总局统一来宣布，好不好？你赞不赞成？不，这个做法怎么做？其实气象局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你赞不赞成啊？因为这个是人事行政总处的权责、啊，权不管哪个单位都要根据你的资料嘛。是我提供资料，我还是往按照原本的方式提供这样的资料。那怎么由谁来决定？当然，气象局在这边不予置酌。因为民选的县市长啊，以我们这一次的上个月了哈，28号这一次全国的放假，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哇，那个压力很重啊，骂翻天呐、啊。那民选的县市长啊。他怎么办？可以了解，对不对？那为什么既然是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而且啊，贵局啊，几乎就是独占了、啊，垄断所有的气象资讯了、啊，几乎就是了、啊。一般民间有没有气象公司？有，有啦。是，你知道很多县市政府也跟民间气象公司合作。是，你知道这件事吧？知道。好、哦，我举个例子啦，是我去调查一下，几乎每一个县市都有，像台南市政府，
他就跟成功大学签约，是屏东、台中、彰化县，他就跟一家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来签约，每一年啊要付钱呢，是200万啊，几百万都有，是是不是这样？是。那既然有中央气象局，为什么这些县市政府还必须要跟民间的气象公司来买天气的资讯呢？为什么？这个如果委员愿意让我把这件事情说明，我想可能会澄清一些问题了啊、哦。在我们整个的防灾跟气象资讯的这个制度下面，我们是气象局是实施全国大区域大范围的。至于这些资讯的价值运用，是希望有协力公司，就像刚刚委员提的这些人来做。所以县市政府跟他们签约，其实在放假这上面。他拿到我们的资料以后，他应该是跟协力公司有过讨论，做出了最后决定。所以这个是在整个体制上是这样做的。但是风力，哎，就是那个风的强度啦，雨量多寡，其实也是主要是根据你这边。没错，但是我只能报到一个县市。而且气象局有选择性的，就是他提供哪些的天气资讯给一般的民间公司啊？民国1993年我们就有公布了，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没有选择性，我们是全部。我给你看一下了哈，就说你有哪些资讯有提供，我查一下你的资料，大概民国1993年以来都没有什么更动了。我认为如果科技有进步，那中央气象局应该要提供给一般民间的天气公司啊，更多的资讯才对了，是没有错。其实这些协力公司都拿到气象局的所有资料，尤其在台风警报的期间，而且气象局还有一个法令哦。你一般人啊，不可以随便，一般的团体或者个人，不可以随便来公布啊天气预测哦。不，我想这要加上在一起的天气。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了。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啊随口说说啦，你只要不牵涉到说有用科学的一些资讯啊，比如说我来讲了哈，像这样讲一讲啊，没有讲到。明确的，只说台湾会有什么秋台的共伴效应啊，那东北台湾会下雨，只要你是不处罚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引用到任何的科学的数字嘛。对。那如果像这个啦，之前我们有一家庙宇啦，好像说玄天上帝有降旨，最近会大地震呐、啊，哦，会死伤千万人，这样有没有罪？你罚不罚？你也不罚，不是由气象局罚啊，不罚，他也不罚，不是气象局的，就是说也不违背你这个规定啦。但是如果啦，我是用科学的证据啦，我用卫星图啦，我讲到说这个台风的海面在海面上的速度啊已经减缓了，它往哪个方向走？你只要牵扯到啊，你有用科学的数字公布啊，在目前是禁止的啦，是不是这样子？是，那不是很奇怪？信口开河随便讲话不罚。如果你用科学根据啊，那你就违法了。因为前面两个不是预报，前面两个只是他信口胡说或者信口开河这样的方式。其实这个是，我想在几年前南投也有一个庙宇是这样的，而且在埔里。对啊。最后那个是怎么处理的？那个并不是用气象法处理，而是用社会委婉社会秩序法去做处理的。你说前两个是信口是胡说八道的。这个李富成写的啊，这个前气象播报员，他在他脸书写的啊，你不要说他胡说八道，他脸书会骂你，我说他会骂你哦，搞不好他跑去告你。其实有李前辈是，但是你奈何不了他了，你奈何不了他了，好，所以我觉得啦，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啦，科学预测啊，尽人事啦，那科技会进步，误差会减少，是，但没有办法为零了。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好，那如果以现在的我们的状况来看的话，大概中央气象局垄断了气象的资讯啊，很不管是民间的公司啦，县市政府啦，都根据你这边来了。不，我倒觉得啦，干脆以后放假就由中央气象局会同行政人事总处啊，你们做综合的判断，由中央统一来宣布，然后呢，各地方的县市政府。你在参酌你的状况，啊，来予以授给他一点权力来调整，但主要啊，我认为还是要由你这边来决定的、啊。你的看法呢？
决定的那一刹那，应该是有权责单位在做了。权责单位是谁？是你吗？人事行政总处。你跟人事行政总处来，你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好不好？这个我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以台湾现在的这样的台风政治学下去啊，我看以后台风远远在关岛出现了，有人就宣布要放假了，怕死了，应该就没完没息，是不是这样？尤其啊，我们的局长又说了，不能拿你当挡箭牌。啊，这是媒体的标语啊，媒体标题错误啊，好，应该不是那个意思了。我没有、啊，我相信也不是了。我给你一个机会澄清了哈、啊。好，局长还是不敢负责了，所以哦，以后呢，我们如果这个办法不改，那以后地方的县市长还是继续的赌博了，继续赌下去了。对，我认为你这边如果所有的资金都从你这边来，中央气象局跟人事行政总处了。应该由中央来统一发布，到底要不要放假为主要的根据啦。然后地方县市长啊，再参酌他的状况来做一个调整。好，这是我的看法啊。谢谢。好，谢谢局长啊，谢谢委员。现在请赵委员赠予发言。谢谢主席啊，我们先请陶基。好，现在请陶基公司温副总。温副总是，最近炒的沸沸扬扬的那个航机费啊，要调涨了，是不是？是。那我记得你们有跟航空公司协调嘛？哈，这航机费哈是四年分期来调涨哈，那你现在给它分两期啊？那一次成长到2%左右哈，那这里面包含什么降落费嘛？有没有哈？降落费，还有行李处理费、停留费、处理费、空调使用费，还有行李输送这些费用嘛？对不对哈？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交通部现在很喜欢，像我们的高那个春节有没有夜间收费啊，也要取消。那你现在这个航机费又要哈？那我们看各国的哈。那有桃园的、香港的、新加坡的、韩国的、上海的、日本的，哈、哦，那看这些费用哈、哦，最高是哪个单位？就是我们成田机场嘛，哈、哦。那其他的哈、哦，有没有比我们便宜？包委员，你看，根据我们调查来讲，亚洲标杆国际机场里面哈、哦是我们桃园机场是相对偏低的。我们的比较的话，我们的费用只有它60%而已。副总，您的40%给谁？民航局的，是没有错。以目前，对不对？桃园机场的汇率结构，40%给民航局。你现在又扣掉那40%，当然你是觉得东南亚地区有没有我们是最便宜的？你知不知道？啊，你40%扣掉，那我们就比成田机场便宜呢？你懂意思吗？如果10%算进去里面，我们不便宜呢？包括有没有道理？我们计算基础来讲的话，我们是100%，但40%的话，是给民航局哈，这个因为他们会让服务总台处理费用。对。那我们跟航空公司收的费用哈，我知道，这个是整个一笔的。那你现在涨价对不对？这些航空公司会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会不会？应该这个航空公司看航空计算基础啊，大概跟委员报告，可能会的，可能你看航空公司的一个营运策略有呢，一定会嘛，是不是？有没有道理啊？你现在推观光，你现在那么多人有没有要出国？你现在费用越来越提高，有没有？你40%要缴给民航局，你说你是最便宜的，没有，我们台湾是算最贵的，包委员。跟我那有关我们桃园国际机场相关的场站费率哈，这个收费的话，一个原因，第一点是说我们桃园机场现在要提升服务品质，我们相关软硬体的建设，我们一估大概要花的投资1750几亿。那么第二点是我们桃园机场的相对的费率，桃机公司是不是有什么？那个经费上有漏洞，那个黑洞啊！没有，绝对没有的。我们决策，我们所有收费，都全部都公平嘛，公开透明。副总，是你四年慢慢涨，当初讲好的，你慢慢涨嘛，对不对？循序渐进这样调过来，你一次分两阶段，你本来四次的嘛，分两阶段的，那你造成一下这些都转嫁给老百姓民众你知不知道？跟委员报告，我们对民众失血是非常大的。你把这些钱，你为了要建设这些东西，
你也没有做得比较好，漏水的漏水，对不对？什么事都有啊！你说你要账这些东西，这些费用有没有？哈、哦，这个航期费来做这些事情，反而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好，我们不是所有都调账，我们有降落费有调账，那么我们行李处理费有调涨，但是我们有调低的、啊，我们停留费、空调使用费也调低了将近20%左右，而且这相关的调涨费用的话，我们也透明的有相关业者航空公司也公开说明。当然，委员您指证的是是很正确。那调服务品质会不会比较好？我们依据我们有建设的话，我们服务品质绝对提高。我前几个月出国、啊，好好一个行李箱、啊，很久没拿出来用啊，就舍不得用啊，那拿出来用啊。结果拿回来的时候，哎，怎么推轮子的时候声音怪怪？就轮子被你们搞坏掉了。鲍伟、那你说你账这个费用就是行李使用费有没有账这个东西？你会处理得更好，还不是一样摔？是不是？我想这个我们会要求航空公司、地勤公司来讲，你要提高、哦、费用哦，做这些建设有没有？是，你不能转嫁给消费者，这是我民意代表要做的事情。我要监督的事情，我觉得你要严格控管你内部的成本，好，还要跟几个航空公司啊，你特别要去协调一下。是，我想你这个慢慢来调高，它不会一次转嫁给消费者太多钱，有没有？是，让消费者感觉说，哇，我一次觉得这个费用怎么越来越高？哈，我想你不要说我们桃园是最便宜，我跟你讲是最贵的，啊，我们当初要算清楚。那今天早上啊，我们。为了要大竹桥拆迁那个工程嘛，延宕嘛，哈，是。本来预计几点会通车的？6点。6点跟7点，啊、哦，有双向。啊，你看塞成这样。那我请问副总，那今天如果是你出国，你塞在这个车阵里面，你会不会紧张？你叫人家2个小时前要报到，是不是？你到8点的时候你才通车，你延了2个小时，你知不知道？哎，我桃园的立委，我要交通委员，多少人打电话给我，还赶不上班机，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做什么事情啊，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到。鲍委员，这有关这个工程施工单位是桃园市政府，公务局信件工程处在做桥梁的吊钢梁的工程，但从昨天晚上预定时间，好，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上6点是施工时间，道路有封闭，有做交通适当的交通宣导跟交通的一个指挥导引都有在做。那么因为它工程呢界面呢处理的话是延误了2个小时，那么第一时间我们桃园机场也请航空警察局做交通指挥。还有相关，我现在就要听你们的处理状况。你有没有赶快跟桃园市政府，赶快跟机场有没有那些航警局有没有？是，特别要配合，赶快这种紧急的状况有没有？突发状况要赶快处理哈。是有，我想总监还有很多问题啊，像华航的员工的问题啊，当初讲好了一堆事情哦，你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哦，这个我刚才讲的事情哦，希望你哦特别要重视一下，好不好？是，谢谢委员。请新局长还，请新局长。新长长，委员好，午安了、哦、那个海马还好没来哈、哦，算没来嘛，是往下面走了嘛哈、哦，是啊，你有没有紧张一下，还是比较开心一下？反正就是24小时盯着他就是了。我想啊、哦，那个我们10月12号有那个气象局跟那亚太经济合作嘛哈、哦，那个就是气象中心嘛哈、哦，是气候中心，那个 APCC 嘛哈、哦，签署一个。NOU 嘛，对不对？是不是？是，就是我们亚太地区的一个气象联合的嘛。是，我想这个合作的哈是非常好，可以让我们的气象有没有透过各国的有没有那个气象预报有没有来分析好来用。啊，刚才我们林俊宪议员讲那个委员讲的哈，这个放台风假标准，这平均风速是7级以上嘛，是对不对？平均风7。啊，那每秒阵风在每秒在15公尺嘛。对。那要。就是最大阵风就10级以上嘛，是每秒大概25公尺嘛，是这才放台风假嘛哈。是，我跟他观念也是一样，我觉得哈，我们当初行政那个行政院呐、啊、下放这个权力啊给我们县市政府，我看那个哦，这个内规哦，连那个乡镇市长都可以决定这些事情，我想应该没有乡镇市长决定了，大部分都是县市首长嘛哈，是不是？那你今天放台风假的问题哦？这困扰很大，他当初想因地制宜嘛，对不对？你各个单位首长去判定，
我想这个还是刚刚回归我们其他林委员讲的，我建议这个资料哪里来，就是你们我们气象局嘛，那行政总人事行政总处有没有应该配合你们，由我们中央级单位 来发布说要不要上班上课，要不要多头马车嘛，对不对？一国好多制，是不是？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好，那民选的县市首长，他当然会觉得说，哎，我放假最好了，就要扫民怨啊。好，有时候，哎，你真的，你气象你也没说你很准，刚好有没有？这个天气又非常好，你还发布台风警报，连雨都没有下过一滴的，你知不知道？那个放台风假，大家去电影院啊，每个人都去看电影啊，去逛街啊。那我看那个台北东区啊，信义计划区那天是最热闹的。我觉得哈，这个准确度啊，还是要再加油。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的气象局耗资了我们4.5亿啊，在宜兰外海装个我们海底的那个侦测器站嘛哈。是。这个对我们的地震啊，哈，还有海啸，像地震可以提前10秒嘛，海啸大概10分钟嘛哈。是。那听说去年啊，被那个渔船啊，拖网渔船啊，把它弄坏掉了哈。是。修复了没？那个他在45公里那个地方，那个拖网把那个感应器全部拖走了，所以缆绳还在，但是感应器不见了。是。那我刚才问你，你修好了没？修好了。现在第二期的计划里面，我们在那边已经接上去了。那有没有找那渔船赔啊？这找不到哪一艘渔船，找不到哪一艘渔船、啊。是。那你就是认赔了、哦。这个我想花那么多钱哦，然后做这个东西哦，你一定要保护哈、哦。是、哦，我想渔船没有说你，也不是像我们汽车在公路上、高速公路每天流量这么大。是，我想这个渔船大概都有行驶的一个路线哈、哦。这个我是认为不要浪费公帑，而且是谁用坏的，我们就要去找谁，要把元凶找出来。为什么要找出来？这以后这渔船拖网渔船很多是不能用的，你也知道，这个拖网已经不能是不合法的。是，好、哦，这个一网打尽啊，这个对我们的生态、对我们海洋的那个造成很多问题啊。是的，那也把我们的设备弄坏掉，我觉得这个要去追根究底。你不是说我修好了，谁弄坏了没有关系，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哈、哦。那你们最近哦，那个破风仪有没有在东沙？在东沙，哎，有做嘛哈？是，那个就是垂直的嘛哈，吹风。风速啊，还有风向嘛啊，是这个对我们南海有没有从南部上来的那个西南气流，汽油是非常重要的哈。是，那东沙群常常提电，这个东西要不要用电啊？这个要用电，我们有发电机在那边，有发电机在那边，你有没有都用好啊？是，都弄好。我想花很多钱哦，你配备设备还是给它用好，考虑的非常清楚，物尽其用，好不好？是，啊、谢谢局长哈。是，谢委员。好，现在请肖委员美琴发言。校园发言完毕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立即进行相关临时提案的处理啊，谢谢。好，谢谢主席，请局长。啊，请新局长。校园好。局长哈，现在因为全世界的这个气候变迁，让我们台湾大规模的天然灾害也感觉上是变得更多了啊。是。那在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哦，同时这个台湾的通讯跟各种的资讯的技术也提升了，变成说大家的讯息是更丰富。是。所以民众对于相关讯息的准确度的要求其实也特别高。是。那反应也特别快。当然，例如说包括我们NCC。最新建制的一些防灾的预警系统哦，这个对民众都是很有价值的资讯哦。但是对于资讯传播的这个速度跟及时性哦，它要能够扮演一定的功能哦，就是需要这个分秒必争哦。是。所以同时我们在整个预测的技术上，民众也期待我们是有所提升哦。那我首先要请问的就是说，我们在 NCC 现在建制这个地震系统。这个预警的这个系统里面，它跟气象局有一定的连线哦，但是我们在地震的预警时间其实是不长的哦，顶多就是多了几秒的这个反应时间。是。那我看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跟预算都有做建制这个海底地震仪跟相关电缆的这个规划。是。那这样子的一个
系统的建置，地震仪系统的建置，是否能够增加这个预警时间跟反应的时间呢？这当然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其实地震一定是预警，最主要是因为已经侦测到地震的发生了以后，去争取那个地震波在传递跟通讯之间的时间差所造成的。嗯，但如果能越早去把地震找到或是定到，当然我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做预警。对，那我想要跟你请教，因为当然如果说可以让我们人民有更早的更多的预警时间，当然这样的投资是值得的。是，但是因为在技术上，地震它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是，我们的断层带有这么多，那我们这个相关的电缆的铺设是要涵盖整个范围，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在技术上就获取包含整个其他范围之内的这些讯息呢？我讲的这东部海缆的问题啊，就是说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走的原因，其实第一个东部海缆要布，就是因为我们有70%以上地震在东 部。那么在其实，但是如果用灾害性地震来看，大部分的灾害性地震还是在陆地上，但是海边的东边的这种地震，譬如说有一年那个101那个缆车掉下，其实那个地震发生在外海哦，所以外海有一些大地震的发生会是在特殊的一些点上面，所以为了能够及早掌握这些地震的发生，其实这海底电缆是按照那个怎么能够有效去侦测这些地震的方向去铺设这些海底电缆。所以你们意思说这样子的投资在科学上面，在技术上面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预警跟回应的，是，这是我们期待的时间吗？那这样大概是可以增加几秒钟的时间。对，当初在45公里的话，大概对于这个地震可以有比较早的时间去带，比较早是多少？就是说因为我们投资好几亿的经费下去，当然这里面就它到底是看离那个多少时间，那个感应器多远呢、啊？离、越近的话，当然我的时间就越短了。如果越远的话，它离那感应器跟陆地一样远的话，其实这个它就没有效用。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把电缆铺出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铺出去以后，我的地震网的监测范围是比较完整。因为如果说地震在这边发生，我们的地震网在这边，其实它是在外面，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些事情。所以把它铺出去的话，它就可以 cover 这个地震，所以它就有效。其实我们民众应该想要知道的就是说，第一个技术上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的技术或者是更多的作为，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取得更多的这个预警的时间，这是第一个。是，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些投资跟技术上的做法，到底足不足以因应我们实际的这个需求，大概是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民众会比较确实关心。是，除了你们其他科学啊这个数据的这个收集之外，其实对民众他能够直接收到这些讯息，他才是有真正有价值的嘛。是，其实东部海底的这个地震观测系统，对于海啸的效用其实比在地震不输地震啊，因为其实东部来的波浪，海啸的速度基本上不像地震传播这么快。谢谢你提到海啸，刚好我接下来的问题也是要请教哦，因为在看过去我国相关海啸的记录，就是过去这300-400年来的记录，当然次数是不多哈，但是万一不幸一来，像日本3.11地震跟海啸这样复合性的灾难，其实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哦。但是我记得上次日本海啸来袭的时候，很多的电视新闻都在预告说几点几分会来到台湾的东海岸。是，那个时候中间因为有几个小时的落差，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日本的画面，其实造成了这个大规模的恐慌。我记得我那天在花莲，在东海岸，整个像逃难潮一样哦，大家想说海啸要来了哦，而且电视讲的好像真的一副几点几分就会好、哦、侵蚀我们，哎，结果到最后来可能是只有十几公分高的海啸，所以这样子的一些科学可以算出来的数据哦，这个其实应该要及早来告诉国人哦，因为这种大规模的逃难潮，事实上
大家不知道逃到哪里，有的跑到山上去，有的急着去接小孩，这幼稚园赶快逃啊，好，有的急着去这个整个学校，大家是大恐慌的一个状况，而且其实这种是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演练，是，那对民众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这些伤害，是，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些预警，以及因为东部的这个地形，当时有一些专家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断，因为我们这个海其实是比较深，它那个断层是很深的哦。那这个海啸侵蚀不可能像日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侵蚀。其实包括像这些资讯，其实我们应该要在第一时间内让人民来了解哦，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该做好的防范一定要做，是哦，但是不必要去做到这个彼此恐慌跟做过头，或者是造成其他附带的伤害的程度啊。对，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以后其实有海啸的警报，我们会有预估的浪高来相对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我想基本上会是配套，也让大家了解说你真正会面临到可能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波浪的形态。因为这个涉及到不只是一般的住户居民，住在海边的人，包括这个像我们东部有很多的铁路公路桥梁，其实都是沿着海岸线在走的，那这些相关的设施有没有跟其他的这些基础建设的相关的交通单位、其他单位做好一定的可能的潜在的海啸预警的演练，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防范胜于未然哦。那它在发生的时候，至少大家有个 SOP， 有个准备。是，我想这个内政部也有在办这个的演习，都有在办这样的事情。好，我另外再请教哦，这个你们的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哦，有提到在国际的观测设施的合作上面，有跟中国的这个 FY3D 卫星接收哦，有一定的连线跟合作关系哦。那我要了解第一个，为什么选择跟这个中国的卫星来做连线哦？那第二个，这当中会不会有我们无法预知的这个政治的干扰因素，他高兴他资讯给你，然后他哪天因为其他的政治筹码或其他的因素，他这个讯息跟你中断，那我们对他的这个依赖，资讯的这个依赖，气象，即便他是非政治性的，这个只是气象一些科学的数据，会不会衍生这个我们不可预测的状况？跟委员报告，委员讲的是风云卫星了。其实只要在天上飞的卫星，它都是用广播的方式是去对外广播，所以我们在地面上只是一个接收系统去接收，并不是直接跟大陆的单位做接收，而是它的卫星直接广播，所以我们收到的资讯跟其他国家收到的资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我看你们特别有点出有一个是韩国卫星，一个是中国卫星，对，这是几个新的卫星。这几个新发射的卫星，那我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吗？我们最稳定的选项就是那个第一个那个向日葵卫星，那个英文叫就是向日葵八号卫星吗？对，日本的卫星。好，有日本、有韩国跟中国的。对对，那还有轨道的卫星，还有大陆的，还有美国的、欧洲的。所以你不认为这个会有这个是政治因素干扰没有讯息接收的问题？没有政治因素，因为它在卫星上在天上飞的时候，它是对外广播，它不管接收是哪些单位在接收。那我最后再请教你哦，世界气象组织 WMO 对，我们现在互动的状况是如何？这当然是。是很难去突破的一个点，因为它是联合国的附属组织，对。但是因为毕竟资讯的分享哦，尤其在气候变迁特别严重的时候，这样的科学研究资讯的分享哦，对我们来讲，对国际社会来讲，台湾的参与都是有其必要性，没错，没错。所以那我们有在积极寻求参与吗？我们尽量先从WMO 附属的一些单位所办的一些科学性的发展或者成果上面，我们去参与。目前有在参与吗？有。所以在技术层次上面是可以参与的。是，就是有包含我们官方的，我们的气象官方就会比较难。当然是气象官方的人，譬如说我们代表所罗门，我们跟所罗门合作，代表他们做他们的顾问去参加 WMO 所办的这种研讨会或是他的正式会议，变成我们要附属在所罗门。因为我觉得先让
国际了解台湾的气象局到底有多好的能力，然后慢慢再去做一些突破。因为时间到了，但是我想这样子的国际组织，我们现在很积极 ICAO 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UNFCC， 大家台湾都积极在参与，但是我想 WMO 涉及到气候变迁跟相关的技术的资讯问题，我们也应该要积极寻求加入跟参与。是，谢谢委员。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那气象局及相关单位针对委员的临时提案啊，如果有意见的，趁这个时候啊，赶快做说明。啊，我们等一下很快的进行处理。好，啊，休息五分钟。
好，现在逐案处理临时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对于风雨预测，因为随着时间资料的不同而会有所变动，实属正常。但对于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后，因为停班停课的标准是以气象局的风雨预测为主，但每一报的风雨预测结果不可能相同，影响所及，导致是否达到停班停课的结果亦不同。值此民众关心之际，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后，气象局所发布之风雨预测，若结果与上一报不同时，应于附记中写明理由，避免民众因不了解而总是认为气象局误报。提案人叶以京、郑云鹏、林俊宪、赵正宇、肖美琴、李坤哲、陈文珀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二案。目前对于陆上台风警报，气象局之警戒地区仍以县市为单位，但此一警戒方式却容易造成一县市紧急小区域列入警戒地区，却整个县市均被纳入警戒地区，而新城警戒区内却有非警戒区的奇特现象。原此气象局于标示警戒地区时，若仍不愿意变更警戒地区，亦至少于警报单位上加以附注，让民众及防灾人员确实知道正确的警戒地区。提案人叶以京、郑云鹏、林俊宪、赵正宇、肖美琴、刘坤哲、陈文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请宣读第三案。目前停止上班上课之标准系规定以风力雨量达到一定标准为准则，实际上系与气象预报资料具有相当之联动性，因此交通部只应于行政会议上反映修改相关规定。对于停班停课标准，应原则上以气象局哪一报预测内容为基准，避免气象局修正后之预报内容无人理睬以及民众过度之期待。提案人叶以京、郑云鹏、林俊宪、李坤哲、肖美琴、陈欧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宣读第四案。对于台风之风暴风圈定义，传统上气象局是采取正圆画法，但现今卫星设备已能直接观测云图，测风设备亦趋进步，对于暴风圈仍采正圆画法，其与实际状况往往差异甚大，亦是让民众误会气象局报错之原因之一。因此气象局除依传统方式划定暴风圈外，亦至少应以附注方式表明七级暴风圈、十级暴风圈之可能实际状况，
必使民众及相关单位得以提早预防预防灾害。提案人叶宜津、郑云鹏、林俊宪、萧美琴、李坤哲、陈宏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招案通过。现在宣读第五案。追风计划可以协助气象局更准确地预测台风路径，分析暴风半径大小与结构强度。所获得的资料在12至72小时台风路径预测，能够减少路径误差78.6公里，改善路径预报26.5%，也可以使1至5天台风路径预测误差减少19%。准确的预报资料可以让民众及早进行防灾准备，减少对人民生命财产之危害。但目前追风计划并非所有台风均会启动，例如造成台湾重大灾损的莫兰蒂台风并未启动追风计划，因此要求交通部研议尽可能增加追风计划的次数，以确实掌握台风动态，保障民众生命安全财产。提案人李坤哲、叶宜津、郑玉鹏、林俊宪、萧美琴、陈宏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宣读第六案。目前追风计划使用汉翔公司的 Extra 喷射机执行任务，其只能在台风边缘投送大气侦测探空仪，无法穿越台风中心投送获取台风眼墙的附近的数据，原此要求交通部应与国防部研商借用其 C-130J 运输机或 P-3 反潜机，加装气象雷达后用以执行追风计划，使其可以穿越台风中心投送，取得核心系统数据，而更能精准地预测降雨情况，以确实掌握台风动向，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提案人李坤哲、叶宜津、郑玉鹏、林俊宪、萧美琴、陈宏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宣读第七案。海底缆线观测系统部件的长度攸关侦测地震海啸来临时的预测预警时间，对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非常重要。邻近国家如日本早在30年前就开始建立海底缆线观测系统，现并规划于2018年底前于其东部海域完成全长5000公里的海底缆线，设置150座以上的地震海啸观测站，其他如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地也有大规模的建制计划，而台湾目前仅设置一条，长度仅100余公里，原此要求中央气象局规划延长现行海底缆线计划，或他处铺设新的缆线，以争取观测与应变时间。提案人李坤哲、叶宜津、郑云鹏、林俊宪、萧美琴。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宣读第八案。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目前规划有灾防告警简讯系统，通过灾害讯息广播平台及电信业者的细胞简讯广播平台，在短时间内传送告警讯息给手机用户，替民众争取避难因应的黄金时间。其中列为国家级警报，有地震速报及空袭警报，均属于反应时间短暂者。然而，与地震高度相关的海啸警报却未纳入。有鉴于海啸破坏力惊人，且海啸的发生与地震间通常有时间差，这种时间差的特性正需要预警系统来替民众争取因应时间。原此要求中央气象局、国家灾害防科技中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单位研商，尽速规划将海啸警报纳入灾防告警简讯系统内，以保障人民身家财产安全。提案人李坤哲、叶宜津、郑云鹏、萧美琴、陈宏珀宣读完毕。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照案通过。现在宣读第九案。鉴于全球极端气候日渐频繁，天灾台风不断增加，原乡民众必须依赖原住民族电视台山海气象以获得气象资讯。但中央气象局发布原乡气象资讯时，包括原乡气温、雨量、风向、台风路径等，过去多有失准情形发生，导致原乡民众准备紧急防灾措施不易。因此，要求中央气象局提供原住民族电视台原乡地区气象资讯时，应更为严谨，并将改善措施做成书面报告，3个月内送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提案人简东明、袁宽恒、陈宏珀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及行政单位有无意见？好，没有意见，照案通过。有关临时提案现在处理完毕，如有委员对上述提案补签，将列入记录。现在请叶委员宜津发言。
请气象局新局长，请新局长。主席啊，我在咨询前哈，建议这个气象局呢，我看大家最在意的是有没有放假，所以下次我们这个应该请人事行政局也派员参加。好，谢谢建议。我们今天没有人事行政局。谢谢建议。委员好，局长好，局长是，我是最挺气象局的了哈。谢谢。哎，这个我相信你心里面有数，但是呢，我每次看到气象局在被骂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们的反应很差，面对质疑的时候的回应也很不专业。你们对气象很专业，但是对于气象的回应我觉得很不专业，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因为其实普遍人民还是相信你气象局的，长久以来都是，但是我觉得你们有一点让一次又一次让人家觉得失望，那这样是不对的。其实你们并没有，你们有在进步，结果人民的感觉是你们在退步，这就差很多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今天来检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哈，你这个所谓的范围，你每一次的范围，我们会看到这一次，我们就以这一次的梅基台风来讲，这可真神了，全台都在警戒区，可是呢偏偏有三个地方没有，基隆市、台北市、新竹市，台风有这样特别喜欢这三个，所以把他们特别闪过去，是不是？啊，这是因为以县市为，来，我知道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哈，因为你讲的人家又会听不懂，因为你不会口语的讲。这是因为我们每次画台风，就一定要画圆圈圈，而且要正圆，要非常正的圆。好，这样一画下来大家看懂了，为什么台风半径是这样，台北市没有，基隆市没有，新竹市没有，但是呢只要稍微有碰到一点点，比如说我们台南碰到了一点点在山区，那么这个也叫做整个台南行政区就画进去红的，所以这边通通都画，这样大家就明白了，是就为什么会有上一张全台都红，只有新竹、基隆、台北三市不红、不警戒。事实上不是这样，是这里还有很多不警戒的哈，是。但是一样放假，我们最后来讲哈，就算你碰到一点点，那整个行政区域通通都放假吗？还是通通都不放假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来检讨的哈。再来。说到放假，下一张。现在你们的播报呢？你们警戒风力测试呢？你们每多久报一次？几报？六个钟头是正报，中间有加报三个小时。好，中间加几个报？一个，加一个，所以就是三个小时一报。对，三个小时一报。好，风也好，雨也好，大自然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你一定是不断的修正，所以人家就说你不准，你变来变去，其实不是你变来变去，是天气变来变去。是。可是呢，放假就不一样了，放假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到底要用哪一报来当标准？随便每一个县市首长。来，我们看这里，这个是105年9月26日的4点正报哦，不是你补报了。来，这里没事。可以 ，OK， 然后下一报换这里 ，OK， 好，那你要用哪一个呢？你到底要用哪一个来发布要不要放假？他都可以说哦，都可以说我是对的哦，因为他随便拿一张，可能是七点的，可能是九点的，或者随他拿五点的，有县市下午五点就宣布明天不用了。对不对？他拿五点的就来报啦，五点的就说明天放假啦，也没有犯法，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对不对？为什么我的提案就是会说，你到底要人家用哪一报来当准？
来放假嘛，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在下一章，等一下这个回来我还要再说。事实上呢，其实依你们现在的设备跟你们专业的能力，台湾幅员不大啦，对不对？台湾幅员不大，你还要各县市 一个县市花个两三百万，还要去跟其他的民间公司，你刚刚还讲的啊，理所当然的样子，要他们再自己去做更细部的分析。其实你们做到已经非常细部了，为什么？因为台湾不大了，啊，只是没有统一呀，啊，只是没有真的一套好的标准呐，啊。你们自己也不肯，啊，你们害怕什么？我真的不懂。好，是啊，台风不可能永远是圆圈圈，而且还是正圆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为什么日本他可以讲这样？暴风多大的暴风？东北侧多少公里？西南西侧220，北东侧280，或者是几级以上的北东侧是560，南西侧500公里，画出来它的台风就不会是圆的，就可能是这样的。好，对不对？就可能是这样，那才是真正真实的状况嘛，不是吗？是。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愿意？你们有能力做到，可是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到什么地步？我再跟你讲，郑明典主任，他的脸书今天大家也说到哈，他脸书呢，哦，今年所有的台风他都讲的。大家除了看中央气象局，还会去看他脸书。可是偏偏到了梅基台风最大的这个，他什么都不讲了，脸书都不说了，通通都不讲。啊，以后是郑明典的脸书什么都不讲，就是放大决了。我们大家都要回背他案呢，是这个意思吗？好，你答不出来。好，这些呢，其实民众关心的除了气象防灾以外，绝大部分的人关心的是什么？是放假了，对不对？所以我说，我来举几个哈。次长今天部长没来哈，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中央气象局是权威的，放不放假，我相信各部会都会非常尊重中央气象局。所以我们必须要由中央气象局去会诊，去跟各部会来，劳动部、教育部来讨论，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一块。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小孩，我们这样说，学生他的学习时数是要固定的。我们台湾今年放了几个台风假了？几天呢？三天。好，这三天的学习时数，三八二十四小时，学生的学习时数怎么办？老师本来一个小时要上完的课，他半个小时就要上完，他要压缩。本来要两个小时上的课，因为放假，他可能一个小时要把它上完，这样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好的。美国是这样的，你学习总时数固定。你因为天气的关系放假了，你寒暑假自动往后延一天，放三天，延三天，放三天又两小时，就延三天又两个小时，这才是完整的学习。我们不是，这第一哦，我要讲，同样安全考量，美国的放假不是因为台风，他们完全安全考量叫做大风雪，我们这里没有了。大风雪有什么危险？室内都是暖气，是因为路上要去上学的过程危险，所以小孩要放假。什么时候告诉你？早上5点。啊，早上5点，台湾人一定反弹。但是为什么这样呢？那才是真正今天的状况。那谁负责？家长负责。怎么通知？通知家长，一开始就问家长，你是要用 email 还是要用简讯还是要用电话，你自己挑。有状况，学校就照你挑的通知你。你自己就要，你告诉我用这样方式通知，我通知了你就要照这样处理。大家都觉得很 OK， 为什么？为了小孩学习时数的完整，
为了安全。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第一，我们先确定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来确定安不安全，不要放县市首长当神，每一个都要当神去预测。有的真的很神，下午四五点就可以预测明天，有的忍不住到晚上十一点就被骂。所以呢，该被骂、该承担的是中央气象局，不是吗？你为什么不敢承担？这个你不敢承担，我们也要逼你承担了啦，哈。怎么样？这个怎么样？原本在停止上班上课的办法里面就有讲，是利用十点内报，必要的时候参考早上四点到五点内报。我想这个在办法上面本来就有，但是在这两三年衍生出来的，变成大家竞相把这个当成早一点放假是对大家的一个小确幸，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其实气象局也是很无奈，因为到四五点，很多县政府的行政不能很无奈，他们四点五点就打电话来要我们给他答案。气象局是交通部哦，哈，不能很无奈，气象局很无奈，让人民怎么办呢、啊？哈。我强烈的要求，委员是不是让我讲一句话哈？我觉得今天开这个委员会哈，其实不要讲大家了，我个人也觉得收获很多。气象局是非常专业的单位，我虽然是封面最近才督导他们，但是我最近连续听了两次新简报，坦白讲，我还没有委员搞得清楚了哈。刚讲放假这些事情哈，是不是容许我们哈？气象局跟部里面，我们先回去检讨。到底怎么样做是最适当的哦？总要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哦。我不敢说一定是采取什么方式。我再说一次哈，市长两位，我再说一次，我们通通做得到。日本做得到的，日本那一张，我们也做得到，你们都做得到。我们全台都有雨量侦测站，我们全台都有风力测观测站，全台都有。我认为下次不要只有画圈圈。你还不如公布你全台的雨量侦测站跟你全台的风力观测站，你可以的，你都有，啊，你不要，你这样只有画圈圈，没有比较专业，只是比较让人家质疑，好不好？是，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你在这边向委员会做个说明，有关于今天是气象局业务报告，所以没有邀请。啊，特别的邀请人事单位，如果是有讨论到台风放假的专题报告的时候，那我们会邀请相关的人事单位。那有关于是否业务报告邀请，是否要邀请人事单位，这个的确也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考量。那我们现在请严委员宽恒发言。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委员同仁，主席，我想请我们气象局新局长，请新局长。哎，局长好。跟主席报告，我那个声带手术啊，所以说话可能会比较不清楚，那我会尽量的哈，把这个咬字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刚做完手术，恢复期比较长。我想今天最主要是针对我们气象局的这个业务报告，那大家都很关心我们这个气象局的每一次的对外的说明，尤其是我们媒体哈，常常对于台风。哦，他们会有过度的这种可以说是预测的过度预测，还有这种比较夸大性的用词，像这个什么地表最强了哈，世界历史上最强这种用语，然后会造成这种民众的恐慌。那等到台风到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变成这种雷声大雨点小。可能是路径的改变，可能是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那所以变成说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会感受到，没有风没有雨，或者是风雨只是一般的这样子，
有的是好大雨这样子，那所以造成这种民众对于这种气候媒体在报道预测呢，会有那种可以说是没有信任感，好像是狼来了这种心情，那所以会有这种落差啦。但是我是想要请教气象局，就是说如果本席认为说，除了要落实气象法之外，气象法就是说针对个人如果未经中央气象局的允许，不可以对外发布气象的预测。但是我看到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网络以及电视台都是抢先一步，为了收视率，或者是为了这个一些他们的商业考量，所以都在竞相报道，造成民众的恐慌。那气象局可不可以在以后第一时间能够站出来然后呢这个召开记者会，矫正可以说是矫正民众的阅览视听，让民众有一个确实的一个资讯，可以这样做吗？其实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当我们只要发布海上警报开始，我们一天有8次的记者会，所以几乎每3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有一次的记者会。那我们以后可能会继续跟媒体呼吁，就是尽量把我们记者会，很多记者、媒体或是电视公司都有到现场去采访，多多播放一下我们记者会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容易让民众了解。可是我看，等于是平常我们看不到记者会的内容，我们是看到这个媒体电视台的这种整点新闻是反而都是他们这个新闻的曝光率最比较高了那我这是我跟你建议，也是我的要求。那当然你应该要记出法则如果有违规违法的这个行为，就要处罚。是这样的话才能够以正视听，能够让我们这个气象报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得到最确实的一个数据。另外就是我们气象局是不是要再采购一个这个超级电脑，就是针对预测未来的这种气象预测跟路线。我们已经安装好了，就这一期的已经在2年前就开始进来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到去年的年底已经。据我的这个资讯，你们的是2011年的设备是不是？是，2011年的吗？是。那它2011年的设备，它是可以预测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内左右的这个气象预测，而且我们的这个间距可以到3公里。那我是不是还有需要再添购新的设备？有没有？这个超级电脑其实6到8年就一定要再换一次，因为我们运算的需要就越多，然后再还6年左右就要汰换。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所使用的这个超级电脑是还可以负荷的。对，才刚进来，所以在还有2-3年的可以使用的期限。好，那如果说就是说如果新的设备可以增加我们可以预测的范围，可以就是说能够扩大到更远的时间，或者是更大的范围，更精准，好，跟它的影响范围可以更精准，当然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一部分的更新。对，对，更新了哈。如果说跟我们原来的我们目前的这个设备是这个相去不远的，没有差异太大，差异性太大的话，是觉得就要慎重考虑。是，会随着我们的能力跟我们想要研发的方向去做调整。那我们气象局现在参加国际组织，就是这个世界气象组织 WMO 是这个已经跟我们的民航局一样已经不得其门而入了现在是没有办法参加了。这是实际。那所以变成说，导致一些未公开的及时性的伤害灾害资讯没有办法取得，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对我们整个台湾在未来整个这个气象的预测、灾害的预测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隐忧。那是不是我们刚中央气象局有跟亚太经合会的这个气候中心啊ABCC 有共同举办这个国际研讨会，也签署了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是怎么样？对我们台湾有什么益处？我想跟 APEC Climate Center 就是
APCC 签合约最主要在气候的模式的应用跟它的推广跟服务，所以在气候的那一段大概就是两个礼拜以后一直到三个月到一年的，是以这 为主要的一个重点。那有关于气象的这一部分就是比较短的，在一个礼拜或者到十天以内，这个大部分还是跟美国跟日本一些单位做合作来开发一些即时的讯息。那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哦，我们其他的国家都是把这个气象研究跟气象作业哦，他们是集中在处理的，但是我们是分开的，像气象局就隶属交通部下属，那个像气象研究还有灾害研究，我们的是在科技部底下，科技部。那所以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整合这两个部会之间的讯息预测，然后做出一个最快速的一个判别，并且发报给所有的单位呢？我想委员讲的是台风中心，就在科技部下面的台风中心。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财团法人的样子哦，它可以雇佣一些比较高级的，做一些气象局属于研发性质的研究了。那其实作业跟作业本身的研究其实还在气象局了，所以在整个整体的运作气象业务来讲，其实还是在气象局，并没有分开。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你的这个，是不会影响到啊、哦，不会影响哈、哦。那我想，刚刚我们那个我看到我们气象局的这个作业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追风计划是啊、哦，追风计划是跟汉翔公司租用这个小型的喷射机嘛，是。哦、然后2003年开始，它在台风的周围抛掷这种。叫起落送是不是？投落送哈，就是大气侦测探空仪。是。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哈，那对可能也不是太精确了，所预测的范围也不是太精确。那是不是可不可以比照像美国我们的临时提案也有做出这个处理，就是像美国一样哈，就是。启动这个 P3 反潜机或者是我们的另外的机种来做一个气象的观测，会不会更可以让我们的更精确更准确？当然能，如果能够飞机飞到台风里面去或者到中心里面去丢一些观测设备，或者是直接做观测把资料传回来，对台风的强度的研究跟分析当然是非常有帮助，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飞机改装的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气象局一个单位就可以去解决的。所以当初汉翔也是跟他们协商很久，必须那个飞机还要再装其他东西。那他过了台风季，他就把那个东西就拆掉了啊。就是还要需要更进一步的这种设备的一个研议了。是。那所以这个就是跟光部有关系嘛，哈。是。那以后再就是跨部会再来处理这个事情。是。那另外就是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另外，这个新政府，我们的新政府在两岸的情势之下，我们外交屡屡受挫。像就是本来在那个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哈 UNFCCC 这部分，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1995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是用工研院的名义来申请摊位的模式。那第二次哈。不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也申请到了周边会议。是。那可是到了今年哈，完全没有，连摊位也周边会议什么都没有，两头落空。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参加这种国际类型的活动的话，我们变成我们台湾的这些气象预测还有防灾的这种经验概念哈，没有办法跟国际分享。那。我们连这个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我想请教局长你的想法。其实我们参加 UNFCCC 机构相关的这种所谓 ARC 的这种会议，其实当初的目的还是以节能减碳为主，所以大部分都是工研或是环保署在参加。从3-5年前我们开始介入以后，有气候的服务，所以我们有很多双边的会议在谈。当然今年。
有摊位，但双边的座谈似乎是还在协调中。这最主要是环保署在主导这件事情。另外哈，就是在那个我们刚刚那个，我想就再补充一下，就是你在这种灾害的预测跟说明当中，要尽量的口语化。是，爱公背景听无啦，用心听我们讲。我们尽量了。比如说七级风、八级风、十五级风，大家知道八级风比七级风更大，那大到什么程度，他没有概念的，还不知道七级风是怎么样啊。对，我们尽量来做一些教育推广的这种事情，让大家了解说七级风、八级风到底是什么样。不用再讲的，这个不用，你们讲到这个。太文绉绉了，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乡亲、我们的民众一听就可以很清楚的，是，好不好？是，好，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现在请简委员东明发言。主席、与会人员啊，有请局长。请新局长。委员好。局长你好。过去我们这个气象的预测假如是有误差的话，大部分都会怪我们气象局。但是最近几年，好像这个责怪的方向改变。大部分都是责怪我们县市长，因为针对放假的问题，是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灾害来临到底是要不要放假这次梅基台风所造成的这个状况好几个县市因为没有办法决定到底是要不要放假，可能也是跟我们气象局这个有关系的了。是，所以照理来讲媒体现在一味的都是怪我们这个县市长。我讲就看在几个委员里面所提到的话气象局应该要负这个责任但包委员，其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气象局是资讯的提供者了，但最后的决策。因为县市政府有县市政府很多除了气象因素的考虑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层面的考虑，可以必须要综合做这样子的考量了。那就因为你们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大概很多都是有模糊的那种状况，是让这个县市长没有办法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确定。梅基台风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之后第二个台风来，那个台风叫什么名字呢？马利卡吗？马利卡啊？马兰卡？马勒卡？马勒卡啊？马勒卡台风来结果所有的县市长就怕了大部分都放假。一放假呢结果天气很好的那个县市蛮多的，又变成台风假所以这样的状况，我想。当然要完全的非常准确的这种预测也是有它的困难度了。我们看看这五年当中你们这预测的这个误差值100年是最严重了。是。100年到105年是。100年是最严重。大概有199次的这个预测有84次的这个预测是。不正确的，是不是这样？其实那里面是有一些计算方式的一些问题啦。原本的要求是这个预测必须在24小时以前就做，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气象科技来讲，它的挑战性实在是太高了，因为现在的科技并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准确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计算方式的一些问题，所以那个数字看起来是比较差，但是其实这几年来，慢慢的对于很多观测设备跟预报作业的改进，其实这个误报率基本上还算不错的。102年到105年当然是有进步很多是误报率是没有那么差是但是我们也看看其他国家的也都差不多了。
对，也都差不多，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因为尤其是重大灾情哈，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是我们尽量预报的一个方向，是我们不要造成这个。像我先再请教局长，我们原住民电视台是这个是大概我们原住民都是在看。尤其是新闻报道的部分，是新闻报道在结束之前，那当然很短的时间，是是都有这个气象的这个报告，是就像这样哈，是这个是大概是哪里来的那个资讯？这个他们都依据哪里的资讯？是气象局，我们特别跟原住民委员会有一个合作协议，我们跟他的合作协议下面，我们特别在网页上面产出了一个原乡服务，原乡的气象服务。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原民台都会请这些气象专家来做说明，是像最近他们自己都自己播报。是，但我想这些大概都是你们气象局的网站，是网站他们收取这样的资料了。是，但是我请教一下那个，因为时间先相当短哈，他们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呢。是，像这个是云嘛哈？对，这代表云嘛，这个是代表下雨嘛哈？是，现在怎么有三陪怎么有的是四陪？这是那个怎么说法？有的是下雨的三陪，有的是四陪。这个好是我们网站上的四陪是代表是一定是下雨的。哦，会不是这样？我可能要问清楚一下，我们再给委员这个。所以像这样的，我想说借这个机会，让我们乡亲能够了解你们了解你们这样的符号到底是什么符号因为播报也不会那么详细的说明但是最起码我们基本的要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符号OK， 谢谢委员你们所报的这个气象当然对，尤其是海上有一个参照表可以看参照表那个表希望能够尽量让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好而且能够很公开的做一个说明是以后将来我们这个气象大部分都是比较重视在海上方面的这个就对移民的这些报道了是上上我想的更重要是是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说明的只是说卢凯祖地气26到29度看到了都说晴时多云五阵雨这样就带过去了大概都晴时多云五阵雨了是到底是晴还是云是有云或是下雨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样的状况 分时间呢、如果再下去下一层会有那个的时段三个小时 的天气不然接着我现在就希望说将来能够跟原民台或是我想一般的民众也都不懂了是也都不懂你们既然呈现出来的这种图案最起码要让大家能够让所有的那个国民都能够知道这是什么符号是是这是我在这里特别做一个建议是因为时间关系了那个我再提一下这个有关这个阿里山你们不是阿里山办公厅是的整建工程案是从101年开始新建到现在已经105年进度如何是已经到105年了现在进度如何现在已经 是已经整建完成了那最主要因为那里面有四栋房子其实只有两栋是原本就有建筑执照的有另外两栋因为那个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说他有没有建筑执照但是只是整建而已现在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在取得新的建筑执照现在还没有合法就是还没有合法因为是有人检举你们现在的做法是依据我们过去原住民就这样做的了不必申请建造什么执照的对但现在因为有人检举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更正中我们公部门不应该是有人检举我们才把它转化我们这个新建的总构成是明显你们就是带头违法因为当初在整建的时候我们并不晓得有这么一件事情公部门都不知道了何况老百姓更不知道了是我们会弄清楚所以我看了你们这个投入的经费也不少也将近4000万因为
我们为了让里面的房子是原形原貌呈现，所以我们必须以古迹的方式做整建跟重建。现在一般我们原住民乡亲哈、哦、都知道，现在要干什么一定要申请建造，是啊，一定要这个施工的图案啦、啊，还有包括这些那个用途啊，都要符合啊。既然你们不知道啊，就这样盖起来了。啊，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当初只是整建而已，并没有整建。对啊，整建也是一样啊。是，我们现在过去盖那个活动中心啊，我们也不必就像你们这样的程序啊。但是最近几年也都要有建筑之后才可以动啊。是啊，你们没有，这个、已经快解决了。所以你们这个叫列出来就违反水保法啦，又违反这个建筑的法令啦、啊，啊，施工的图案跟原来预算的那个用途又不符啊，啊。啊，所以我想还要两栋，你们申请两栋，就一栋是经过这个开发许可的，是开发许可的，你盖的这么漂亮，结果盖了四年五年都还没有，今年又变裂了300万，所以我想哦，我们是政府单位，我们是中央单位，这样的现象应该是不会发生才对啊，结果发生了，啊，现在你们的这个都已经完备了吗？是完备了，验收完备了吗？对，对，我看还没有。现在还在最后这个跟县政府在申请，已经大致行政程序已经做完了。所以我想像这样的状况啊，那局长你们应该是要追究责任啊，怎么你那让地方的都觉得说你们是带头违法哦，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啊。是啊，局长你认为呢？其实这个案子审计部也看过了，我想他们基本上并不会不是朝向说我们有违法这件事情来看，可能我们的行政程序上你们是不了解，那是违法，你们要承认是违法了，对不对？是不了解，所以也花费了这么多的经费哈，我想尽快能够把它这个完成。是是，谢委员。好，谢谢。我们现在请郑委员天才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我们气象局局长。新局长。委员好。局长好。这个因为台湾的地理环境很特殊哈、是，所以这个台风、这个豪雨、地震啊，甚至寒害，甚至有时候都没有下雨，什么都有哈、所以这个我们的气象的一个预测哈、气象的资讯就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常常谈论的这个要不要放假的问题哈、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比如说。基本上地方政府都说他是参考这个气象局的气象的资讯，是，所以来决定要不要放假。那有时候没有放假，结果这个非常大的雨，甚至非常大的风那有时候放假没有放假，放假结果天晴了这种状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它不仅仅放假而已，更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原乡来讲，在原住民族地区，甚至花莲、台东而言，它会造成这个我们的救灾、防灾相关的这些问题的一个发生哈。以今年好了，我们不要讲以前了，像以今年来讲。这个好几次台风的预测，这个都是说要往花莲了，要往花莲啊，结果台东的就往花莲了，我们台东就没事，结果就往台东结果就往台东，造成台东很大的灾害尼伯特也是嘛，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要往花莲结果往台东，那后面那个也是一样。那个叫什么莫兰蒂是吧？是还是哪一个台风虽然要从秀姑兰溪进去但是秀姑兰溪就是那个花莲
花莲这边嘛，这个结果还是往台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它不只是防救灾的一个准备，哦，这个会让大家那个防备会受到影响。另外就是农产品呢，啊，农业的部分呢，尤其是这个中秋节之前，啊，正好遇到这个台风来袭，大家忙着采收啊，像文旦是哦，本来说要往秀姑兰溪那瑞穗啊义里那边的文旦啊，啊，会提早采收啊，提早采收，那台东的以为没事啊，结果他往台东，结果台东的文旦全部就受损，那花莲瑞穗义里的文旦又怎么样呢？又太早采收，因为怕台风啊。啊，就会产生这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素？其实台风路径预报，即使是十二钟头，大概都有三十公里的误差，三十到五十公里，公里。对，那三十到五十公里，其实如果看十二钟头以前的预报，就是台东花莲之间。那在做路径预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会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了，不可能一次做很大的改变，因为现在很多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或是国际间，对于台风的路径的预报，其实都还算是基本上算蛮成熟、蛮稳定的。但是你说要达到零误差，基本上在现在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风险的观念呢，就是说，既然知道二十四小时的误差大概就在八十公里，十二小时误差大概三十到五十公里的话，那么在做风险控管的时候，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在里面的话，可能对于在应变跟准备上面就会有不同的逻辑思考。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因为路径预报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就完全正确，那越接近当然就误差会越小，这是一定的，我们会做到的事。所以因为一般的大部分的民众是不晓得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些误差哈，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误差啊，什么时候到底是十二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这个部分哈，所以你们在做气象，因为大家都会看电视或者是听广播，是啊，在做气象报道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要特别讲一下？是特别强一下，是有的是有，我们很多的状况是这样，就我们的在开车的，哦，他要回乡，尤其是放假的时间，很多次的台风都是在放假的时间的，哦，那他到底要不要开车从花莲，哦，从这个北西部，啊，从西部了，从西部要开车，哦，到花莲台东。或是从花莲台东要开车往西部，啊，譬如说这个经过苏花公路，他看气象报道说，哎，这个台风往台东，啊，他就很放心的就开车了，结果开到苏澳，哦，开到和平，结果就封路，啊，因为呢台风往花莲了，他就封路，进退两难了，他只好又开回来，啊。所以这个都造成很多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在做一个气象报道的时候，尤其是台风的一个来临，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十二个小时之前，如果能够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台风或是相关的一个预报的时候哈，把相关该让我们的所有的人民能够知道的一些知识，还是常识，还是什么哈，还是专业啊，能够把它说出来。是，我们尽量来做这件事情。其实台风警报一发布，我们三到一天真的开记者会开八次，几乎三个小时就开一次。那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气象局或是我们政府单位并没有拥有电视台。那我们的记者会到底有没有办法在电视上呈现，来做比较广泛的推，这告诉民众，这其实是我们要跟电视台去多合作来做这些事情的，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是更好的。对，你提到这个跟
这个电视台的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哦，为什么呢？尤其是在原住民族地区这个部分，原住民的部分哈，这个偏乡的部分，大家这个在都会区的部分哈，这个很多有线电视嘛，很多有线电视，你只要报道啊，这些有线电视都会报道，是啊，每一次都会更新他的报道，但是在原住民族电视台或者是客家电视台，他就是。哦，晚间新闻、晨间新闻、午间新闻，它就三个时段嘛，是，它是固定三个时段，哦，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你们随时更新的报道，它就没有办法去随时去发布。如果你们，因为他知道他晚上才要去报道的时候，太晚，他太晚了，是，啊，所以你们如果能够像这种比较特殊的电视台，哦，包括公视。对不对？是哦，包括一些原住民族电视台、客家电视台这种电视台，你们可以主动把资料给他们。是啊，主动资料给他们，来加强。他们也许就用跑马灯，或是说插播他们这个节目与节目之间，或是有广告的时候，能够把它插播进去哈。是，这个都是有需要的。是我们来强化这一部分的推广。那个，你觉得如果未来放假是由气象局来做决定，如何？会不会更清楚？其实气象局是一个局啦，而且是一个三级单位哦。我们是资讯的提供者，当然最后政府怎么决定要决定怎么放假，当然气象局会全力去做配合了。我想我们只能这样说，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气象资讯的提供者的一个角度，并不是一个放不放假的一个决定者，这个权责不在气象局了。对，当然目前是没有这个权责了，但是大家都要参考你的。对，所以我说我们是把资讯提供给可以决定的人去做决定。那他怎么做决定？当然我也不能说我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尽量把完整的资讯给了可以做决定的人去做决定。另外就是雨量啊。是像最近这个花莲台东啊，那个雨量特别大，是这个部分你们有预估到吗？有报道到？基本上可以算是都有掌握到了，基本上有掌握到。以这个国庆的那三天假，是你们的报道是气象的资讯是怎么样？国庆这那三天假，我可能要回忆一下，因为造成花莲那边好多的道路啊，是哦，这个花64线还有193线，包括连台11线，都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感觉不到会有豪雨，结果这花莲就是豪雨。其实我现在记起来，那时候我们有特别提醒东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这个真的是有提醒，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资讯的传递上面会有失准，但是资讯的提供上面我们基本上是做到了这些事情的。所以我是怎么样跟除了刚才电视台的一个合作，还有地方政府那个部分呢，是也必须需要。是，谢委员指教。现在请陈委员欧珀发言。谢谢主席，请邀请范次长以及新局长。请范次长跟新局长。陈委员好。好，次长好。这个气象局有很多业务都很专业的哈，所以很少拿来讨论，但是整个全球气候的变迁啊，极端气候造成天然灾害的一个惨重的这个损害啊，这个议题啊，相信会越来越受重视的哈。所以今天呢，跟你来讨论啊，就叫次长跟局长哈。这个台湾的那个整个本岛来讲，东部包括哪几个县市？东部包括宜花东啊，宜花东嘛，宜兰、花莲、台东嘛。那以过去历年来的这个我们的台风跟地震发生频率最频繁，而且造成灾损比较严重的，是不是在台湾的东部？
是的，也是嘛哈。所以我今天就要就这个议题来跟市长跟局长做个讨论了哈。那我本席来自宜兰哈，这个宜兰哦，有个很全世界十二大酷岛，就是我们龟山岛，很酷的酷了哈。啊，但是龟山岛是个活 火山，那附近海域发现有30多个海底的热泉喷口，啊，另外还有60几座的喷出型的海底火山，其中有11座是活 火山。那这个呢，是全世界最大海底的热泉的喷口，哦，这个我现在看就在我们龟山岛附近，那直径有4公尺，那高有6公尺。那龟山岛是整个是我们这个雪山恩脉的北部的延伸哈，那过去的就是一个火山区，这个是啊，不讲的话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哦。竟然我们这里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海底热泉的大喷口就在龟山岛啊。那宜兰地区呢，旁边刚刚讲的有这个火山的活动，那东部的外海呢常发生地震哦，历年来资料大概是这样子。那宜兰地处东部呢，我们无法受地形影响啊，借由中央山脉的主节台风，所以每次台风来啊，东部呢首当其冲，哦，所以不管地震、台风呢，啊，我们这个灾损就最严重哈，哦。以这次梅吉台风来讲，宜兰县有35万的户的那个啊这个居民哈，哦，竟然有23万户的停电了，哦，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哈，哦，比例上是最高的哈，哦。那我要跟市长跟部那局长谈的是东部的灾防设备建置费用是不是应该提高？以这样的一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基本上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了。所以市长跟局长都认同哈，东部的在灾害的预防上面，我们做一些警示作用。那我接着我要请教市长跟局长哈，这个我们在东部海域啊，地震跟海啸的防护网呢是有必要性的。那这些设备的建置呢，啊，过去我们就啊有开始在做了哈。一百，我们成立了一个马祖计划。局长可能比较清楚了哈，市长我不晓得你清不清楚哈。那请问一下局长，是不是能够简单说明目前的最新的执行状况，跟他所遭遇的困难？我想马祖计划就是我们讲说东部海缆的第一期啦，就是民国96年到民国100年，我们编了原本要编8亿，后来只编了5亿多，盖了一个建了一个45公里的一个海底电缆的观测。那在103年，当然受到这个渔船拖网把那个感应器拖掉了，但是基本上那些海缆还在，所以从103年开始，103年我们就申请了第二期的计划。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申请到5亿4千万，3年，1年1亿8千万，把那一条海缆从断掉那个地方继续往东部外海去延伸，并且在比较深的地方加装了2个，一共3个感应器。啊，那它的深度基本上都在500、900，甚至于到2000多，所以把深度加深，然后在路线上也做了更深的掩埋。我们希望它遭受破坏的情形会减少。那这条海缆到目前为止已经铺设完成，现在在等待资料测试跟最后的验收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预定106年底，哦，这个完成115公里是，啊，这个长的跟3座的这个地震的海啸观测站的这个海缆观测系统是可以顺利完成吗？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好，那个局长哈，这个海缆的扩建计划哈，这个从期程是104到106年哦，啊，那这个攸关地震跟海啸的防灾跟减灾能力的系统建置呢，你刚刚讲的是可以如期完成嘛哈？那会不会发生你刚刚讲的103年的啊这些不明的原因？你刚刚现在讲的说啊，有些那个啊鱼捞的作业哈，造成那系统故障，会不会再发生？如果是鱼捞再去把感应器脱掉的这种情况，因为第一个深井已经深到500多公尺，我相信鱼捞现在的能力不到，最多是200多公尺而已，所以未来应该不会吧？哈，不会被鱼捞掉就是了。好，那我现在就建议你哈，那
未来我们若相关的机构哈，如果我们这个我们已经成立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台湾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呢，或私人企业的下水设备跟技术能力的提升呢，我们可以透过国内能量来进行海缆的观测系统维修作业，一起我这样才能够有效节省这个工程啊，那缩短整个修复的期限，因为这个马祖计划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制系统，是啊，所以我想说这个一定要跟科技的研究人来互相配合，是这是我们的方向。好，这个希望说这个建制哈能够顺利完成，而且避免之前所受到的一些就是破坏的情况发生哈。那接着我想请教哈那个有关气象的问题了哈，那个气象局大概没有人会质疑，大概会骂的就是我们气象的预报准确度是怎么样哦，所以上次呢你也会跟其他国家的这个预报系统呢做比较，那我们也发现到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了哈，是那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有授权由这个县市长自行去决定是不是上班上课，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哈。所以现在这个民众在讲说，如果放假的话，台风天放假的话，一半人会骂；如果不放假的，也有一半人在骂；如果放半天假的话，都大家都在骂，全部人在骂。所以未来来讲，是不是我听说了哈？是不是有没有在放半天的？这个很奇怪，是不是气象局因为气候的移动变化哈，如果是上午影响下午的话哈，你如果放半天真的是很大的困扰，有没有可能这样朝这个方面来讲说不要放一半的假半天的假，有没有可能这样来思考？我想这个决定权还是在县市首长，你们会做这样的建议吗？因为放假其实我们不会做建议，我们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资讯给他做参考。好，那个这个我想这个是蛮高的政治学了哈，只是说一般民众的反应就是说换半天反而是大家骂，哦，换跟不放都是一半人放一半人骂哈。那我想那个我提醒就是说哈，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104年呢，我们的这个误差值是有缩少缩减的，所以我们预报的准确度越来越高，是这个是可喜的现象了哈。但是我们比较其他的国家哈，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好像日本哈，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那来做一个更高准确度的一个提升哈？比如说，我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的，是不是怎么样来让同仁的这个素质哈，就是说在预报预测的能力上面能够提升，同时呢，我们在经费上或者在器具上的一个提升呢，来提高整个准确度，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哈，如果不准确的话，确实会造成更大的灾害。是，好吧，这个方面我们支持了哈，我们支持了哈，我们会尽量努力。那我在这里也给我们气象同仁一个鼓励啦，啊，这个其实每一次来讲，你们都是这个非常辛苦的哈。那但是我要跟你讲说，那个我们站在第一线的，我们的指挥官，我们县市的话是县市长，他们几乎还没开始就要进驻了。而且战战兢兢，我想这个到全民都说很担心这个灾损的扩大，那灾害的处理也是很相当的耗费人力金钱以及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像宜兰县那么多的一个灾损，这个我们就很担心说在处理灾害的过程里面造成台电人员的受伤，或者是抢灾人员的受伤，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防备的了。是，那我今天的报告呢，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了，就是说，气象局哈，对预防防灾的这个设备哈，跟我们人员素质的提升的话，我们是未来要做提升的部分。那也希望你们重视东部，是，因为东部确实是灾损最严重，首当其冲。那地震或者是台风来讲，我们必须要有那个这个防范的一个预先的警制设施的哈，否则的话，这个是整体台湾的一个受损。好，我想说今天借这个机会提醒市长跟局长哈，做这样的处理。好，谢谢。我们敬你，谢委。好，谢谢。下一位，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请李坤泽委员。
谢谢主席，主席请下新局长。委员好，局长你好，整个气象团队啊，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是要一年365天、24小时的站在第一线，啊，为了预报及防灾啊，做出最大的努力。啊，社会大众都很肯定中央气象局的辛苦，谢谢。不过我们还是有几个地方还是要检讨跟改进的。是。那么我今天就以马祖计划跟追风计划啊这两个我们长期在交通委员会所关心的重要的计划来跟局长做个探讨。那这个马祖计划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地震的侦测，那它第一期的工程是花了4.5亿，大概是45公里。那在103年的5月26号，就是因为渔船的拖网造成了它的一个重大的损失。是。那这样的一个造成它的海底电缆跟观测站的这样的一个损坏，那其实修护的时间也长达2年，到今年的8月才完成修护，是不是这样？请简单说明。其实那个是，我觉得用修复两个字当然是有待斟酌的，因为它被拖掉以后基本上我们没有去修复它，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修复它，我们也没有经费去修复它。那现在做的只是在申请第二期计划，就是第二期计划从104年到106年，这个5.4亿的经费去做。其实第一期也没有修复，就是从它的45公里再延长70公里到115公里来做一个第二期，所谓的马祖计划的第二期。是是。那其实我们当初在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大的缺失。这个缺失就是我们没有去预估相关的可能发生的状况，第二个也没有去做好相关的应变的处置。所以刚才局长你也提到，他根本就没有修复，他其实就是从坏掉的地方继续的延长，让它铺更深，而且是更延长的这样的一个第二期的计划。所以表示第一个，我们在一开始所做的规划里面，我们相关可能发生的状况没有做好相关的规划跟预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第二就是从105年的5月26号它坏掉了之后，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修复，这也表示说我们整个应变能力也有相当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局长，这个马祖计划第一期啊，它虽然是只有45公里，但是它能够为民众争取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预警、地震的预警呢，是有1至2秒的时间。是。那1至2秒，它也是一个救命的时间呢、啊。是。我们了解。虽然这种国家级的警报，它虽然分成2级，分成地震速报跟地震报告。是。它主要是规模5以上。深度4级以上的，它在第一时间的地震速报，这对民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当然还有第二级的，像这种地震报告，它是规模是深度2级以上的。是。这个当然是事后的报告，让民众知道相关的资讯而已。对。地震速报第一时间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的马祖计划第一期，这个我们要确切的去检讨啊。虽然第二期我们现在104年到106年第二期的也算顺利。目前也开始在做侦测，而且由原本的一座的这种侦测台啊，现在扩展到3台。这个目前测试跟运作相关的第二期计划，目前的进度状况如何？请新局长简单说明一下。现在就是电缆铺好了，现在开始做测试。那3台的侦测台都做好了吗？侦测台已经布下去了，都已经下去了。现在在做测试。是在做测试，然后再做最后线路上的检查，因为我们不希望那些电缆铺设在铺路在外面，或者是埋得不够深，这些我们要重新再做检查过以后才会做验收。所以我们虽然中央气象局很辛苦，现在也在做马祖计划的第一期第二期都相继的完成，不过我们还是要去检讨很多的我们应变的能力，尤其是日本在30年前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海底电缆以及相关的观测站，他们在东部海岸现在已经啊是长达大概5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侦测的路线，而且啊他们的侦测站我们现在是三座，
他们是高达150座以上。那我现在要请教局长说，我们现在马祖计划第一期、第二期相继的完成，第一期花了4.5亿，结果出事情了，然后现在又花了5.4亿做第二期。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要争取这样的一个民众生命财产最有效率的一个保障，我们还是要求啊，应该要更延长，或者是新的缆线的路线的规划。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这样的规划？是我们其实对于海底电缆的做观测站的这个计划，其实现在有在第三期准备要提出来。好，那第三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具体的内容，我们是希望再把这115公里再做延伸，那一条继续的从45公里延伸到115。你现在从115公里，115还要再向外列为延伸，以后希望绕到花莲的南边，花莲外海的南边绕过来以后再回到。花莲啊，几公里？大约几公里？这个大概应该是200到300公里，可以做这样子一个考量。延伸之后的总长度从115到变成200多公里，是？对，我们做这样考量，最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东部外海，最主要两个地方会发生比较大的地震，一个是南澳海盆，一个是和平海盆。这两个海盆，现在我们的电缆线只铺在它的上半端，如果能够再往下走，从花莲的南边这边抠回来的话，回到花莲，这样子的话就会把这两个海盆全部包在里面。好，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也会全力的支持。是，谢谢。是在花莲，东部的相关的，因为也影响到全体台湾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地震的预测 是非常重要的。那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费，我们也都会全力的支持，但是也希望要做好预先的评估跟相关的紧急应变能力。是，因为这是一条救命的线，救命的重要的计划，结果计划本身就有危机。那渔船就破坏掉它了，哦，这个让民众啊真的是大摇其头啊！这个中央气象局还是要去做检讨。那我现在请教的是第二个有关于追风计划。是。那追风计划一开始是由台湾跟美国的一个相关研究团队，应该是到2013年才转交给我们中央气象局。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追风计划，目前。它还是有它具体的一个效果，因为它是在一般的我们台湾跟国际之间的相关气象团队有严重落差的时候，或者是国际之间对于这个路径范围有很严重差异的时候，我们会启动追风计划。是，也并不是每一次的强烈台风都会启动嘛，是不是？请简单说明。并不是，就是这次莫兰蒂就没有启动，对不对？莫兰蒂没有启动，没有启动。对，这里面 除了很多最去目的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飞航的限制，还有飞机的限制，这里面就必须要做评断。其实这样一个追风计划，针对它的暴风的半径，或者是它的风向、风速，是这个云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强度、范围等等。其实它如果追风计划执行的话，它是会比气象卫星还要精准，是不是？那当然，当然，就那个时刻来讲，因为是直接用感应器去侦测到的这个那个时间点的，所谓的投落送，对，投落送，就是大气的侦测探空仪。对，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针对追风计划，我们有碰到什么问题？我们的经费问题呢，还是飞机的问题？那飞机我们现在是用汉翔的，就是所谓 S 船或者是所谓的湾流100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飞机？是。那我们是不是也希望有跟国防部要调所谓的反潜机这样的一个计划？是不是有这样的计划？我们曾经在1-2年前跟他们有过一些讨论，但是 P3 的飞机要去改装成可以飞台风的，可能那种。那美国有向他们美国海军调这个 P3 的反潜机，他们也是这样一个资源性质，还是直接把 P3 反潜机？资源性也是资源性质啊，资源性。美国可以，我们更是一个强烈的这样一个台风的地带的国家。我所了解 P3 有两种机型，一种是战斗型，一种是侦测型的。如果是另外一种形状的话，它基本上是不能改的。
那另外运输机 C130J 这样的一个机型也是可以作为追风计划的飞机，是不是 ？C130 是可以做飞做外围的，还是外围？是外围。那在台风眼这个部分，还是要以 C3 反潜机，要比较结实的飞机。P3 反潜机还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对，我们跟他们讨论过，但是基本上他们给我们的意见是。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借给我们，这个可能要行政团队或者是交通部，因为他还要改装了，部长、市长这边要站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为这个追风计划是对于它的风速、风向、温度、范围、雨量等等，它是比气象卫星还要更精准的，更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不然我们现在的气象报告有时候说的很准，但是气象报告还是相关的科学还是有它的一个极限，在评估方面，刚才局长也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有会有差80公里左右的一个平均值的这样的一个误差，但这样一个80公里误差有时候就会常常出现啊，认为说花莲不会有什么重大的灾情，台东比较严重，结果花莲也很惨，或者是说花莲这个会很严重。台东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其实都一样严重，这样的一个误差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啊，国家必须有责任去协调啊，有关于这种反潜机的投入这样的一个追风计划的范围，这个部分啊，我们会再要求行政院团队啊，以及相关的交通部的这些长官啊，要来继续的推动啊，让追风计划更落实啊，那这个部分不管是妈祖计划。或追风计划，我们会继续的来监督。好，谢谢。是，谢委员。现在请黄委员招顺发言。黄委员招顺，黄委员招顺不在。现在请施委员一方发言。施委员一方，施委员一方不在。登记执行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另作以下处理：委员陈淑叶、刘兆豪、刘世芳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针对今天的会议，作如下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于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尽速以书面答复。好，现在散会。不要小看那房子，对啊，对啊，他都，啊，那你怎么办？其他地沟地啊，我不一定建那个，高房的建筑师，我话你，你说啊，我话好。